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九员引述法定人数。好，我们开始开会啊，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35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六月27日星期一上午9时至12时4分，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蔡世应等11人，列席委员萧美琴等27人，请教委员刘世芳，列席人员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及所属人员，经济部政务次长沈荣津，财政部政务次长苏建荣，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桂先农，国家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龚明鑫，中央银行副总裁严宗大，主席将召集委员启程。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外交部次长、经济部次长、财政部次长、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银行副总裁报告。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对我外交经贸之影响挑战及因应，并被质询。外交部主任秘书张文良、经济部政务次长沈荣津、国家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龚明鑫、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桂先农、财政部政务次长苏建荣、中央银行副总裁严宗大报告，委员蔡世应等13人质询，均由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亚非司副司长邓胜平、欧洲司司长高安、北美司副司长姚金祥、拉美司副司长郑立成及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桂先农、中央银行副总裁严宗大、财政部政务次长苏建荣、经济部政务次长沈荣津、国家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龚明鑫等及其答复。决定：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相关单位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附之本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锁定。三、委员吕孙林等3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以上宣读。好，谢谢。请问我们在场各位委员对于这个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遗漏的地方？没有的话，我们议事录确定，请议事人宣读上午今天整个报告事项，好不好？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上午邀请外交部部长李大为报告英翔专案执行成果，并请侨务委员会、国家安全局、内政部警政署列席，并被质询。好，谢谢。我这边补充说明啊，今天我们有安排上下午2个会议啊。那上午是针对外交部为主的一个英翔专案报告，那下午是请国防部还有相关部会来报告海军金江舰误射事件的后续。那主要是因为今天上午三军五校举行联合毕业典礼，所以我们配合国防部长的时间，将这个国防部的专案报告安排在今天下午2点半举行。好，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今天与会的列席的官员以及委员啊，在场委员有蔡世应委员、罗志正委员、陈颖委员啊。那我们列席的官员部分，外交部部长李大伟、领务局局长龚中诚、亚太司司长常以立、亚非司司长陈俊贤、欧洲司司长高安、北美司司长薛美瑜、拉美司司长曹立杰、调法司副司长连建成、国主司司长徐佩勇、国船司副司长梁鸿生、人事处处长郭树清、主计处处长张玉燕、礼宾处处长张云平、公众会执行长王佩玲，另外侨委会委员长吴欣欣、主任秘书张良敏、侨民处处长郭大文、侨教处处长张景南、侨商处副处长赖丽颖、侨生处处长庄琼芝、国家安全局特勤中心副执行长方正、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副局长纪明谋。好，以上是我们今天列席的官员。
好，我们现在请外交部李部长就英翔专案执行成果做口头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英翔专案是中华民国第一位女性元首蔡英文总统上任后的首次出访，在本年6月24日至7月2日分别访问巴拿马及巴拉圭两个拉丁美洲的友邦，并且过境美国迈阿密及洛杉矶两个城市。总统以诚恳踏实的态度以及一步一脚印的精神，真诚地与友邦元首及政要互动交流，提倡与友邦进行互惠互利的双向新合作模式，以及发展双赢的互补经贸投资关系，受到友邦元首、政要以及媒体的高度肯定与赞扬，开展了踏实外交互惠之旅，成果丰硕。仅就本专案执行成果报告如下，敬请各位委员不吝给予指教。首先，总统此行揭示了踏实外交互惠互利的新外交思维。总统出访期间，在巴拉圭国会演说、各次双边会晤以及与他国政要互动的侨宴等不同场合，揭示了踏实外交 steadfast 的具体意涵。第一，就是 unwavering and fixed in direction， 稳健地朝正确的方向迈进，以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的精神，克服台湾的各项外交挑战，拓展我们的国际空间。其次呢，是 firm in purpose， 对于自由民主价值的坚持与理念一致国家，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下密切合作，对于国际社会做出实际的贡献，以兼顾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因此，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摆脱过去单向援助的思维，改以互惠互利的方式思考。因此，不论双边合作计划或是经贸外交的推动上，都秉持互惠互利的原则，与其他国家彼此分享、相互帮助，而且互蒙其利。第二，总统此行会晤友邦总统及政府高层，对于巩固双边邦谊有莫大的正面效益。此次总统访问巴拿马及巴拉圭两国，与总统到访时均以隆重的军礼与欢迎仪式迎接，并且盛大国宴款待。访问巴拉圭期间，并且获得卡提斯总统征询，并且获邀至国会发表演说，借此表达对于总统就任以后首都率团立访的高度重视以及礼遇。我国也借此行与巴拿马签署移民事务与防治人口贩运协定，与巴拉圭签署航运协定以及联合声明。总计总统在出访期间与七个国家友邦、政府元首以及政要进行了双边会晤，充分发挥元首外交巩固邦谊的效果。第三，总统此行扩大了我国际参与，提升国际能见度。巴拿马运河拓宽工程竣工典礼为重要的国际航运盛事，我国获邀参与，广获国际媒体的报道。总统曾经获得美国 Time Magazine 评选为2016年百大影响人物之一，所展现的女性元首的坚定、自信与智慧的特质，在这次出访期间广受国际以及受访国媒体聚焦报道，也为我国在政治民主化以及性别平权双料加分。本次也借由参访长荣海运各朗货柜码头，显示台湾企业高度国际化的发展，以及整体国家实力在海外的延伸。访问巴拉圭期间，总统曾经接受重要国际及当地媒体记者联合进访，向全世界公开宣介新政府的外交理念、双边合作成果以及两岸和平发展的立场，提升我国的国际能见度，并且增进友邦舆论对我国的认识。
第四，复合诸代国要求发展新型友邦合作模式。总统访问期间，借由与友邦元首以及部会首长互动以及晤谈的方式，深入了解我国友邦的实际需求以及优先施政重点。在踏实外交的思维下，未来我国援外计划当因地制宜，并且深入驻在国的民间，使邦交国的人民真正感受到台湾的诚意。本次随同专机运往巴拿马的3000盒克流感药品及时捐赠八方，进行 A 型流感扩散的抗疫工作，就是一个例证。第五，强化经贸外交，发展经贸互利的关系。本次参谈出访的企业领袖为国内知名的太阳能、纺织、机车制造以及食品加工的厂商，都有意愿投资拉美友邦或者向他们采购商品。总统强调，我国位处于亚太航运及空运的枢纽，而拉美友邦也居于战略性交通要冲。未来我国将推动与友邦相互成为在亚洲以及拉美市场的门户与桥梁，让我们的厂商透过友邦发掘新的商机，也让友邦的商品以我国为跳板，拓展亚洲市场，互惠互利。第二点，总统此行不仅在邦交国访问顺利成功，过境美国也成果丰硕。以下各点可以充分说明：第一，台美沟通顺畅，而且过境备受礼遇，展现新政府的稳健踏实的特色。美国全程依据安全、便利、舒适、尊严的原则，提供高规格的入境以及维安礼遇。蔡总统于巴拿马运河拓宽竣工典礼上，更与美国特使团团长、副总统拜登夫人 Joe Biden 这个亲切自然互动，展现了双方高层关系良好、互信坚强。第二，专案过境美国各项活动圆满顺利，而且至为充实，获得美方的高度肯定。蔡总统此行过境美国迈阿密以及 Los Angeles 都受到了美国国会、地方政要以及我国侨民的热烈欢迎。另外，为了表彰总统为中华民国以及全球华人社会首位民选女性总统，此一历史成就，知名的妇女组织全美民主党妇女联盟 NFDW 也主动通过决议案，并且由会长 Joanne Sullivan 在迈阿密的侨宴上呈送。相关过境行程安排都获得了美方尊重的尊重以及高度的肯定。第三，总统与美国国会议员直接互动，深入沟通，强化美国国会坚实的有我力量。这次英翔专案过境美国以及访问巴拿马期间，蔡总统除了与领袖级的国会议员透过电话就台美各项重要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以外，另外借由会晤、座谈、酒会、早餐会或者侨宴的各种场合，与美国国会议员有28人这个面对面的沟通。多位议员，包括曾经参选过总统的这个联邦参议员 Marco Rubio、这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Ed Royce 以及台湾出生的联邦众议员 Ted Lieu 等人，在与蔡总统会晤后，都在他们的官方以及个人网站上发布新闻声明或者推文，也接受当地媒体的访问，强调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支持台湾加入 TPP 的第二轮谈判，并且承诺与我国合作持续深化台美关系。以上深入互动的情形是足以彰显美国国会对总统此行的重视，更有助于强化美国国会对我坚定的支持。简而言之，这一次英翔专案过境美国，虽然实际停留迈阿密及 Los Angeles 的时间都不到24小时，然而所获得的外交效益显著，背后的实质意涵也至为深远。包括第一，踏实外交成功累积台美高层互信，有助于未来深化台美关系。第二，过境行程安排务实平顺，为未来我高层过境美国立下良好的范例。第三，踏实外交增进实质互动，有助于推动台美关系再创高峰。第七点，也是最后一点，也就是总统此行亲自宣慰侨胞士气，也鼓励海外国人从事慈善的 NGO 活动。总统到访巴拿马以及巴拉圭时候，受到
受访国当地以及邻近国家侨胞热情前往机场欢迎我团到访，并且踊跃出席总统乔宴。另外，过境美国迈阿密的时候，乔宴参加人数超过400人，在 Los Angeles 的部分更超过800人，场面至为盛大热烈。总统多次期许侨胞成为我国与世界连接的桥梁，让驻在国政府和人民看到台湾人勇敢奋斗、善良与奉献的精神。此外，总统在巴拉圭期间接见了慈济功德会及国际佛光会等非政府组织在八国的代表，也见证了华硕基金会捐赠八国教育机构400台笔记型以及平板电脑，推崇该基金会协助发展中国家缩短数位落差的义举。总统借由实际的行动鼓励 NGO 成为我国外交第一线的民间代表，为国争取更宽广的国际空间。最后总结来说，总统出访所揭示的踏实外交、互惠互利的外交新思维，以一步一脚印、诚恳踏实的精神拓展台湾的国际空间，并且与世界上与我理念相近国家发展互惠互利的双赢关系，来巩固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外交部当循此原则，并且落实在外交工作当中，积极推动，让台湾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进台湾。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先进，不吝指教，谢谢。好，谢谢李部长啊。我们接下来进行询答。我们原例本委员会啊，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一个上午的议程啊，加上登记发言的人数比较多，所以我们原例是本委员会6+2分钟，非本委员会4+2分钟，10点截止发言登记啊。那现在请我们第一位登记发言的陈廷飞委员质询。有趣的、啊，有趣的应该是，谢谢主席，我们请外交部部长。好，请部长备询。陈委员早。部长，先请教一下，何谓踏实外交 ？Steadfast diplomacy。diplomacy 对。何谓踏实外交？踏实外交呢？我想就是顾名思义，就是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呢、啊，来应付我们国家在外交上所面临的各项挑战，以这个互惠互利的一个原则呢，来拓展我们的国际空间。那我想另外一个第二个层面呢，是相关于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的问题，也就是说是我们必须firm in purpose， 就是说是我们对于自由民主理念呢、啊，我们要有所坚持。我们跟我们所有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合作，在国际事务上呢，有更多的贡献，来巩固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那你认为这一次的双八行是已经有打出了我们整个踏实外交成功的第一步了吗？我想这次啊，总统以身作则，可以说是啊，充分落实我们踏实外交的第一步。我相信这个踏实外交非常重要的是打开了国际的能见度。对，我们看到在世界各国的媒体大幅的报道，是的，报道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对，甚至在巴拿马运河的典礼当中。竣工典礼当中，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蔡英文总统是站在第一排。对的，我相信看到那个画面，我们是感动的。对，虽然我们没有在现场，可是光由画面传递回来的讯息跟画面的感动，我相信这一次是成功的。是的，是的，我想这个主办国巴拿马。对于蔡总统啊，是备极礼遇。你可以看得到，他在这个当然主人呢是这个巴拿马的总统，
巴拿总统旁边就是有萨尔瓦多的总统，然后我们蔡总统，然后巴拉圭总统，所以我们排的位置呢，从礼宾的角度来讲啊，都是非常的尊重。而且这一次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跟七个友邦，我们做了一些双边会谈。对的，这个双边会谈其实是很重要的。当然，而且彼此沟通，把我们未来的方向互惠互利，我们的基本调性，把它做了很重要的一个传达。对， 我相信这一次让我们感受到，其实在整个世界国际媒体的一个曝光跟能见度，我们是成功的。刚刚部长所讲的说，台美沟通顺畅，备受礼遇。对，是不是可以请部长，所谓的沟通顺畅是怎么沟通顺畅？然后备受礼遇又是怎么备受礼遇？我们跟以往我们数次的元首外交有什么不同？我想这个美国呢跟我们的关系是一个特殊关系，那总统跟美国的这个政要之间的沟通呢，有我们能够对外公布的，也有我们不能够对外公布的。我们可以对外公布呢，比如说是跟前总统这个 Bill Clinton 有个非常亲切的谈话，跟美国现任的这个众议长这个 Paul Ryan 这个众议长也有这个非常深入的谈话，跟这个参议院的这个代议长 Orrin Hatch 参议员呢，也就许多当前的重要议题啊，包括农业议题，包括这个 TPP 的议题呢，都有很深入的谈话。另外呢，总统也跟好几位啊非常具有分量，在政策上具有影响力的这个美国的政要呢，也有重要的沟通。那么我们跟美国副总统夫人的互动如何？因为现在媒体好多的传言，而且报道都不同。是，到底我们跟美国副总统夫人她的一个沟通，我们的一个互动的状况到底是如何？因为代表团的团长他们是在台上，那我是在台下，所以我也是一直在专心在看他们之间的互动。那我们的总统呢是在第一排， Joe Biden 是在第二排，那他们之间我也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交谈，那谈的内容当然我就没有听得到了。所以在当下是密切的互动嘛？当然。所以如果我们刚好取到的画面它并刚好第一排跟第二排，就会觉得好像互动冷清，但是如果你们实质在现场所看到的不是如此嘛，他们是互动非常的密切。因为我的最主要的责任就是坐在台下看我们的总统跟其他的元首跟代表团团长之间的互动的情形，虽然听不到讲话，但是可以看到他是非常的，可以说是密集啊，非常的广泛的在谈话。有许多无邦交国家的元首都跟蔡总统有很多谈交谈的时间。另外在那个台上之前呢，他们有一个小的一个帐幕啊，他们这些团长啊在里面啊，他们也有很多，他们在一面在喝冷饮呢，一方面在交谈。那个部分呢，我们也不能进去。我相信我们总统跟他们谈得非常的快乐，所以我相信今天也希望透过部长的一个答询，是让我们看到说到底这一次我们的双八行其实是成功的。我觉得是非常的成功。光我们跟克林顿总统前总统对他的互动，我相信这是非常清楚的。对，光这个电话是的，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有好多重要的电话。所以部长，这一次民众对于蔡英文总统外交出访的表现满意度61%，我相信大家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做更多的突破。对，因为就是刚才我报告了，有许多我们不能够对外公布的，如果说民众知道这些不能对外公布的，我相信是远远远远超过这个统计数字。所以部长一起加油。好，蔡英文总统要出访前给自己三个任务，应该都达成了。我想不止达成，而且还超过预期。
超过预期。好，谢谢部长。是。我们请这个关我要请教这个国安局我们的副执行长，特勤中心副执行长。非常请。委员好。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在什么时候接到说有讯息在我们总统的专机上面可能有放置炸弹这样的讯息？是，向主席以及各位委员报告，我们是在总统专机起飞之后才接获这个警方通知啊，有这个恐吓电话。在总统专机上有放炸弹这个状况。你是起飞之后？起飞之后，对。那我想请教这个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副局长。那你们是在什么时候掌握讯息的？我们是那个新北勤务中心。当天8:25接到电话。8:25接到电话，那你们开始进行调查跟厘清。对。那你们什么时候认为这是一个所谓的恶作剧？因为这个还要追查哈，一方面我们立即来通报反应嘛，一方面追查这个来源。那我们是在当天就追出来对象。那在第二天下午就申请了机票去拘提。但是你们怎么判定说今天这个讯息的正确与否？因为如果说在专机上面放置炸弹，当时候怎么去判定？跟我们国安单位国安局是起飞之后才知道的，你刚刚是这么说吗？是。那当时候怎么去判定？报员，事实上这个判定我们没有办法从电话的内容判定，但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执行安检的过程啊，我们在前三天就派了专人24小时对于专机进行这个清仓安检的工作，对于上飞机的所有的人员、物品、食品啊，还有任何的东西，我们都做了非常严格的管制，所以在我们接获这个恐吓电话的这个通报之后呢，我们马上检视我们自己的作业流程，安检作业流程。我们认为我们的作业流程没有问题，我们对我们的执行有信心，所以我们就这个认为这个专机的安全啊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至于这个恐吓电话的这个案子的部分呢，我们也请警方全力的追查。那警方也在第二天就破案。好，谢谢。好，谢谢。我们时间到啊。好，谢谢主席啊。是不是请主席先帮我邀请李部长啊？李部长请就备询台。江委员早。部长辛苦了哈。这个风尘仆仆了，今天还是要麻烦你来做一个报告哈。没有问题。不过只有排一个早上而已了。是。那这一趟实在很辛苦，为什么？你出国当天。华航罢工，要回来之前，国防部又出包，还差点引起这个国安危机啊！所以我想你这一趟应该是心情应该是起伏很大吧？我想一直在处理外交部是主办单位了，所以每一个细节，我作为外交部的负责人，我当然要对啊，我想战战兢兢的啊，那也惊涛骇浪。不过请教一下，尤其是在。回来的前两天啊，发生这一个误射事件啊。是的。那时候刚好总统在，应该是在到达洛杉矶嘛。已经降落了，是在这个机场。他是在降落前的路上。降落后知道这个讯息的嘛？对的，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啊，对。那请教一下，美国方面什么时候知道这个讯息？美国知道的也是非常的快。
那因为那天这个博瑞光主席呢在陪同，所以博瑞光主席见蔡总统的时候有提这个事吗？有就这个问题双方有一些交谈，交换意见。那美方有什么建议跟反应吗？当然美方也愿意从技术层面上，能够帮助我们了解。那危机因应层面呢，有没有请我们赶快做什么动作？倒没有提到那个部分了，主要是技术层面，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所以他愿意协助我们调查。他愿意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失误。但是问题这看起来并不是机械的问题啊，是人为操作问题居多啦，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啦。不过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在那个时间点到底美国这个过去不曾发生啦，那个四万枚弹药运到南沙那个事情 AIT 都跑出来讲话了，对，这个已经射出去了，我们当然很担心啦，那我相信美国搞不好更担心啦，在那个时机点，因为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嘛，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个，外交是很辛苦了。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一次，总统提出所谓的踏实外交，那刚，那你出国不在的时候啊，那个次长来，他是不知道英文怎么翻了。今天你给我们那个英文的啦，是。但是，所以这又让我怀疑说，到底这个 steadfast diplomacy 是你们之前就定调吗？还是说总统因为讲稿讲出来了，你们认定这是很好，所以拿这个当外交主轴？不，这个是因为这个在，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咨询你的时候，你也说还没有定调。对，因为当时我们有考虑啊，务实啊，积极和平外交。对，那现在定调了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定调了？对，正式定调。那既然定调，而且你也给他英文的 definition 啊，你说 unwavering and fixed in direction， 对，对不对？对，然后又说这 firm in purpose， 对，这很好。那我想请教的是 ，direction 方向是什么 ？target 在哪里？Target 第一个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国际空间的部分，也就是说是我们要非常的稳健，非常踏实，一步一脚印的，来克服各种的挑战困难，然后想办法扩张我们的空间。但是这个以前都是这样啊，以前其实从李登辉总统、对阿扁总统到马英九都是这样的、啊。对，基本上外交就是一定要务实。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更仔细的问部长是说，这个方向隐含的意思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来比较一下，好吧？我们比较一下哈，这个是从李登辉总统、陈水扁总统、马英九总统到蔡英文总统，我们看到四个外交主轴。对 ，OK。李登辉总统是什么？务实外交，这个就是 pragmatic diplomacy。大家都很清楚，而且他是不顾意识形态，也不顾任何国家要用什么方式跟他见面，他都跟他见。所以什么度假外交啊、高尔夫球外交，全部都来，只要能够达到外交目的，不择手段，这叫务实外交。等到贬上来的时候是什么？冲撞外交，我得跟你拼啦，跟你拼的啦，我就是要替台湾争一口气的，所以台湾加入联合国也来搞啦，所以烽火外交，对不对？甚至后续造成金元外交 ，checkbook diplomacy 都出来了。马英九上来之后顾及两岸关系，所以他说、我们搞活路外交，两岸外交休兵，所以在外交推动上面会某种程度上去顾及中共的反应。到小英总统定调的 steadfast diplomacy， 我要问的是，请问踏实外交，跟务实外交、跟活路外交、跟冲撞外交，到底最大的差别在哪里？还是说，其实它就是务实外交的 2.0 版，它就是一部分就是活路外交，然后只是说我们在名称的包装上面赋予一个新的品牌。叫做踏实外交。我想应该这样子讲，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在所谓互惠互利的一个双赢关系，也就是。可是以前是双赢啊，甚至还多赢啊。我们现在就是说是以目前我们的国家的财政状况啊，未来我们的援外，未来我们的国际合作不可能是一个单向的，对，一定是一个。所以你认为我们援外，同时他也援我们吗？援助我们不是，就是说是这个关系，还是他给我们什么样的好处？能够互补啊！你比如说是我们拿这次在巴拉圭来讲，巴拉圭是个农牧大国，而且巴拉圭是一个南半球的国家，也就是它气候跟我们正好相反。对，比如说是我们台湾的荔枝。部长，这我知道了，误会，好，很清楚了。可是你没有回答到我的重点，我的重点在于什么？这个李登辉总统时代是我不管你意识形态哦。
我只要我能够跟你做外交，我就跟你做外交。所以我想请教的是说，今天蔡总统是不是也是一样不顾任何的意识形态？不是，反正只要你愿意跟我交往，我不顾一切。啊，第二个是说我有意识形态，反正我就是要一中一台。好，还是说我在国际上我的方向是我走中华民国路线，还是我走一中一台路线？我觉得这是不一样，这会造成不一样的结果。对，邦交国那一部分我们先不谈，因为我相信蔡总统不会只仅止于固守邦交国吧？对，外交当然是要走出去嘛。对，所以你除了邦交国以外，你用什么方式走出去？对，你要踏实，我赞成；你要低调，我也赞成。嗯，但是你的 target 是什么？比如说你要增加多少邦交国？还是你只要维持现有邦交国？第二个，非邦交国的部分，你要获得什么突破？马政府的时候是免签的突破，或其他的突破。那请问现在蔡政府的想要突破的是什么？国际空间、国际组织。马政府的时候是我想要加入 UN 周边的。那请问现在政府 target 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踏实外交的第二个层面 的部分，就是说是我们讲求啊，对于价值，对于自由民主价值的一个坚持。OK， 所以这 frame purpose 就是价值，就是民主自由 democracy， 对不对？ Freedom and democracy。那意思就是说，只要非民主国家，我们不来往，是这样吗？我们的还这叫理念不合嘛？我们重点的是跟民主自由的国家相互结合起来，一起来扩展。所以是民主同盟。我想可以这样讲吗？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讲吗？民主同盟、价值同盟的路线嘛。对。好，那对于非民主的部分，非民主国家有很多非民主国家，你怎么处理？啊、我们邦交国里面也有哎、欸。当然，对。对不对？你怎么处理？对，就是我们这个所谓优先次序的问题。所以以民主优先，我们把民主自由、民主国家列为我们优先交往对象，对，是不是这样？对的。好，然后谢谢部长。我们互相一起合作。来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国家。我确认一下，这一次当然出去，你刚刚提到说没有金钱外交了哈。对，我唯一这一次看到在蔡总统的外交里面有提到钱的，就是7100万了。对，到底这是美金还是台币？美金。美金，那就是22.8亿。对。那22.8亿是给巴拉圭来盖社会住宅吗？对。对，那个部长，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子太慷慨了？那个是在前政府的时候就已经制定的。那个分几年？五年的计划，几年的计划？五年。已经执行了三年，执行三年，所以剩下两年。对的。那我们要帮他盖，还是说他们自己盖？盖社会住宅，不只是社会住宅，还有附近的 infrastructure。那请问这个 infrastructure 是台湾的厂商去标，还是当地的厂商？因为这是一道互惠的问题。为什么这样问？我们希望这些台湾发出去的援外经费，最后都可以由台湾的厂商。对，来参与，对，这叫互惠。他因为啊，这个目前呢、啊，前面三年的社会住宅啊，都是在偏远地区，对，因为在巴拉圭的北部，很多是原住民的这个地区啊。讲老实话，恐怕国内的厂商参加的意愿啊，跟这个成本效益啊来讲是很有限的。他这个主要就是帮助，真的是这所谓的平民呐、啊，让他们能够有这个有立锥之地呀、啊，就是这样子。包括其中的这些道路啊、学校的建设等等，这些哈，我还是强调一个，援外我们不反对，对了，公开透明，啊，因为我们到时候下会期我们也要审预算嘛，对啊，我们希望要公开透明，一定要经过我们的同意嘛，好，国会也要同意，但是我们相对希望这一些援外的钱资源，台湾可以也迂回的，我们可以参与。对，我们也有一个海外工程投资公司啊，这个、好好他们也当然是这个依法，他们是可以参与的。好，最后一个问题，马上就要发生了，是7月12号南海的这个 PCA 的哈，对，判决出来，啊，裁判了哈，外交部准备好了没？这个是因为牵涉到跨部会，目前国安会就这个会已经啊。开了三次的会，国安会有开会了。我们大概明天还要再开一次。明天还要再开，定调了没？没有，因为大陆已经定调了。大陆很清楚，就是定调呢，就是对于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主权呢、啊，是我们绝没有妥协的。主权在我，没有妥协。对，是不是？对，这是所以不论他做出任何的宣判结果，是我们就是重申主权。
这个原则是不变的。这个是目前原则就是这样子。那面对大陆所讲的四点，他们的主张，我们有没有什么回应？我们也注意到了。你没有注意到？这个他们已经讲得很清楚 ，for 就是不接受啦，不参与啦。是。好，然后对于只要是 PCA 做的任何的这个发出来的声明，他们到时候就是不管就对了。是的。好，那最近南海的演习也开始加强了。对，我看到。所以我希望我们外交部门跟国安部门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情。好的，好不好？谢谢江委员指教，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罗志正罗委员。主席可以麻烦请李部长。好，请李部长，谢谢。罗委员长。部长辛苦了哈。还好。时差调回来没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那个部长，有关这个所谓踏实外交的部分，我想大家一起讨论哈。对。那当然我们不要拘泥那个字眼了。也就中文叫踏实外交，英文叫什么？其实不见要完全一样的意思。对了，因为最主要是对内跟对外真有不同的完全的这个内涵可以去诠释。对，我还是要请问一下哈，因为刚才江委员提到了踏实外交跟之前的所谓的活路外交，我只要问这个就好，部长有什么不同？前面叫 viable diplomacy， 我们叫 steadfast diplomacy， 对不对？差别在哪里？我想，踏实呢，就是顾名思义的，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我想这也是基本上我们台湾人的这个精神，也是啊，我想蔡总统所领导的外交团队的这个一个特质。那跟活路外交差别在哪里？我想外交的本质呢，都是要有活路啊。对啊，所以活路外交是废话，对不对？没有活路呢，对呀，那没有人死路外交啊。对啊，没有错啊，所以那是多出来多讲的、啊。但是有一个东西很重要，不然我跟你分享一下。在马政府时期 ，Foreign policy serves China policy。在马政府时期，他的外交政策服膺于大陆政策之下，也就是不要破坏两岸关系，稳定两岸关系，外交政策是服膺于大陆政策之下。而目前的外交，它有它独立的一面，但不仅要是冲撞。也不见要高于所谓大陆关系，但至少要平衡的关系。部长，你同意吗？我的责任就是落实蔡总统的外交理念。而当时所谓的外交修兵目的是不要挑动两岸的关系。换句话说，我认为了哈，但部长你不见得能够认同了哈。我认为就是说，跟马政府最大不同就是说，外交有它一定的独立性，外交它一定的自主性，不完全是服膺于大陆政策之下的。因为一个主权国家不能只有大陆政策，没有外交政策啊，对不对？部长，我要请问一下哈，你刚才不断提到互惠这个东西，过去是所谓单向援助，对不对？你的报告提到了，对，然后未来要更多的互利互利，对，对不对？对。可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啊，部长，这个名词已经不再用了 ，foreign aid 已经不再用了，对的，已经没有用这个字眼了，对。所以我们在报告里面讲单向援助这个东西是有点怪怪的。对，不应该用这个字。在现在的外交，已经没有人要叫 foreign aid。对了，有个名词大家知道吧 ？ICD。国际合作了。国际合作与发展嘛，连我们 ICDF 叫 ICDF。对对对对。所以当我们在报告里面讲说我们要从单向援助改成互利互惠互利的时候，我们邦交国好像会觉得怪怪的、哦。是、啊。部长，这个报告要稍微检讨一下。我想这个谢谢陆委员的指教。我想这次呢，在巴拉圭的时候，巴拉圭总统特别讲。说是这个巴拉圭呢已经脱离了这个被援助的伸手的对这个阶段，甚至希望呢也能够对台湾呢有所帮助，所以他特别告诉蔡总统，他说你不知道这个你的国家是比你想象的要大的太多了，没有错。所以过去用 foreign aid 援助的概念是由上对下嘛，对 give 跟 take 的概念嘛，对，所以我们自己啊。外交部很多人都不用这个字眼了，单向援助了，对，叫国际合作与发展，是，对不对？所以这样的字眼，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写是不太恰当的。我觉得完全同意，对不对？所以并不是今天开始才所谓互利互惠，对，早就在推动，只是未来更强调这一块而已。是的，对不对？对。好，部长再强调一下，就是说我们这次出访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巩固邦交。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巴拿马的邦交到底稳不稳固？
巴拿马邦交在现阶段呢，我想我们是稳固的，所以短期内应该没有所谓邦交生变的这种可能性。这个我想，这次啊，这个他的总统啊，跟我们总统之间的互动，对，他的外长跟我的互动啊，都非常的好。那报长，请部长，请问一下，媒体在报道，或者说大家关心，就这次接总统接机的，只有到外交部次长的层级，你觉得这样够吗？他这次，因为他很多国家的元首、特使团来，所以是统筹都是由这个次长来接。所以他们的总统没有接任何其他国家的总统，没有吧？好，这要说明清楚哦，这是平等的，所以要特别强调一下，对，不然媒体会有误解说哈，他们只派一个次长来，总统不来。对，事实上他们总统这次没有接任何国家的元首。对的，没错哈。对，好，非常谢谢厘清哈。所以巴拿马的邦交暂时是稳固的，对不对？稳固的。一个跟这个不完全相关，但是也值得观察的哈，长荣到底这次有没有在我们的所谓企业界名单里面？长荣有在企业界名单，而且总统还特别坐了50分钟的车子到故朗。对，但是长荣董事长这次为什么是生外交病还是真的生病？没有，没有露脸，说他身体不舒服。但是他人到了巴拿马。是他当地的董事长，所以他的董事长一直没有从台湾飞过去。没有嘛，飞到一半，飞到一半身体就不舒服就回去了，是这样子吗？是外交病还是真的生病？我部长你把个人隐私我们不知道了哈，我们当然不能讲，但是强调一下，我相信中共可能有施压哦，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调整啊，我们要注意一下有没有可能啊，这个要了解一下哈。另外一个巴拉圭的邦交呢？巴拉圭稳定的，应该非常稳定吧？非常稳定。卡蒂斯总统两年任内，这个他对我们的这个情谊啊，讲老实话，我个人也觉得非常感动。没有错，尤其是这个看到他们这么盛大的接待，对蔡总统，对，而且你看那么多这么多年来我们的这个军事的交流，对，创造了很多这样的特殊的关系，对，那这样的模式我觉得应该尽量来扩大，对。到我们相关的远鹏班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个做法。对， 对像这次他的给蔡总统的侍从武官，就是我们空军官校毕业。没有错啊，所以这样的关系绝对不是说用金钱可以换得到的。对的，部长，最后请问一下，整个中南美洲的情势，就你这次访问之后，然后所相关的资讯了解，中南美洲的外交的情势、邦交情势稳不稳定？大部分是稳定的。大部分是稳定，所以还有少部分可能有一些状况吗？所以说在8月份跟9月份，我们的这个拉美的主管的侯次长，9月份我本人呢也都会到那个区域去，多了解。所以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包括部长跟次长还会到邦交国去，我们都会去。这一点我要特别拜托部长。对，好，因为就我过去了解，对，我们在马政府时期有几个部长不点名。嗯，当邦交出现状况的时候，部长都不出门去稳住邦交的。对，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对，他放着。是，理由很简单，他们认为外交休兵，所以不会断，是，所以才会发生这个邦交的事情，所以部长要特别辛苦，次长特别辛苦，这个没有问题。邦交有状况的时候，部长、次长一定要亲自出面去压住阵脚。这是我们都已经规划好了，8月份侯次长去，9月份我没有错吧？对，所以有状况，部长拜托辛苦一下，一定要亲自出去，没有问题。因为我所掌握的讯息，我们前部长或前部长，有好几个邦交国出状况的时候，他们认为外交休兵嘛。不会断交嘛？他们就不出去了。部长，你知道这个讯息吧？反正我们两个都会在跑。好，拜托哈，部长辛苦了哈。最后请问一下，美国的台海政策有没有转变 ？Bernhard 最近提到九二共识这个东西已经不见了，或者说没有提到了。就你所掌握的讯息是什么？我想美国的对台湾归对大陆的政策，基本上啊，他很强调他的一致性。他这种大国啊，这个我想罗委员非常清楚，你要他能有重大的转变的，除非有很重大的一个事件的发生，否则的话，应该他都是维持。所以当柏瑞光讲说，所谓当时的孤汪并没有九二共识这个东西，你会不会意外？我想柏瑞光是一个非常资深老练的，没有错。他说他讲出来的话，绝对不是说一个人，他一定是想得很清楚的，没有错。你觉得代不代表美国官方的立场？我说他今天是 AIT 的主席，至少是他代表 AIT 主席的立场，也就是没有官方立场。是不是官方立场？当然，他官员嘛，对不对？有个差别了。好，谢谢部长，谢谢主席。好，接下来我们请王定宇王委员就备询台。
好，谢谢主席，麻烦李部长。哎，部长，请。谢谢。王委员早。哎，部长，我接着刚才罗委员问的哈，九二共识的问题哈。哎。当理事主席 AIT 理事主席说出九二会谈的事实，但是没有共识这个东西，你刚才讲美国他的外交政策其实是一致性，而且求稳定度。对，所以这一个想法代表是美国长期以来的想法，不是今年突然间发生的，也就是没有九二共识，没有共识这件事情。这个就是我刚才跟罗委员报告的，我说柏瑞光啊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他是资深的外交人，他这个就做处理台美关系，在1999到2001做驻台湾代表，在此之前在上海做过总领事，做 AIT 主席，大概也做了将近十年。他的履历我们 Google 就有了，我现在要问你，这么一个资深的美方的外交官，对九二做了这样的诠释。对，而这个诠释相当程度其实也符合蔡英文总统不管是在就职大典所说或之前所描述的，所以这个可不可以解释为美国的背书，也解释为美国长期对这个事情的看法？至少这个就是那个访问完了以后到现在你没有看到美国 AIT 对这个访问的这个有所驳斥嘛，是不是？他表示他也承认这个访问的内容的真实性，所以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当然是好消息啊。有些人弄得更清楚一点，不过我接下来问你，因为太踏实外交哈，但踏实这两个字很多解释哈，不过我比较想回到最基本的预算数。你们这次踏实外交出访花了出访的预算大概多少钱？这次大概是将近9000万。将近九千万。马英九前总统的九安花了6000万。然后这一次是目前报回来的数字大概是这个样子。对，我们这样加起来嘛，6000加9000就1亿5000万了。嗯。可是我们年度的预算才给你们1亿2500万。1.25亿。所以很明显，目前到现在为止，元首副元首的出访的预算是已经是透支了3000万了。事实上是超过的。超过的嘛，而且还有一些东西还没回报回来哦。对。马英九的九安其实还没有核算完成嘛。对。对嘛。所以九安的6000万其实还在现在进行式，后面还有什么账单回来我们不知道。但接下来陈建仁副总统要出访梵蒂冈，我们在欧洲唯一的邦交国，那我们的预算数够不够？还有到今年年底以前，外交部有没有筹划作业？我们的总统蔡英文总统还会不会再出访？关于总统的部分，今年之内是不可能再有这个。你认为今年之内不会再出访？不可能再有钱去出访了。所以到从现在7月初到12月底，目前已知的只有陈副总统的访欧。陈副总统访欧也都还没有完全对外正式公布。你们有在规划中？我想只能够讲说我们在规划，但是呢还没有这个完全定案。OK， 那接下来我要请教哈，我们进行踏实外交到了这个巴拉圭，巴拉圭跟我们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其实对台湾也很重要。FTA， 对，我们跟巴拉圭的 FTA 从2004年就开始谈，嗯哼，后来卡到了，因为巴拉圭本身是南方联盟的成员，南方共同市场的成员，对，所以其他的南美洲的国家跟我们没有邦交国，所以他们反对，对，所以这个案子从2004年一直卡到现在，对，像。巴拿马的 FTA 在2003年陈水扁前总统的任内签完了嘛？是的。那巴拿马其实也有参与其他的区域性的经济组织，在中美洲的。对，他没有参加。同样的，中美洲也很多不是我们的邦交国。嗯。所以那时候巴拿马跟台湾在2003年签订 FTA， 看起来问题没有那么严重。而巴拉圭这一次，不管他的总统或者我们去的状态，看起来两国的邦谊非常的好。对。甚至于当他讲出。蔡总统你的国家比你认为的还要大的时候，我们都很感动。对，所以我请问一下，这一次踏实外交一路踏到巴拉圭了， FTA 这个事情有没有拿出来要解决？没有，没有谈到，没有。因为那外交部对这事情怎么办？因为就是王委员也指出来了，因为他是南追共同市场的议员，按照他们的规定呢，要有一个共识决，所以这里面啊，牵涉到阿根廷，牵涉到智利，两个大国家。而这两个大国家呢，以目前的状况之下，大概没有同意这个的可能性。李部长，这个理由在2005对都有听过，
是，后面也都有听过，是。可我们看到那时候外交部的报告都说要寻求其他可行性的解决方案，到今天已经超过十年了，我们跟巴拉圭的两国的贸易 FTA 或者它叫别的名词，有没有寻找替代方案或者更踏实的可行方案？有，我们之间有这个所谓 BIA 这个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 也有这个所谓这个避免双重课税协定，也就是它这个 FTA 中间的两个重要的大块。不，跟市场的开放还是有段距离。当然有距离了，因为这个市场开放牵到我们对南美洲，对了，经贸牵到你刚才讲的。他要盖所谓的社会住宅，对，事实上台湾人很多在南美洲，阿根廷有一些人，对了，所以我们互助互相合作的这种方案，事实上我们结合当地的台侨或者我们的经济实力输出，这些东西其实你们在谈 FTA 或替代方案的时候都可以思考得到，所以我是希望2004年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希望在你这任的部长任内，我们可以看到跟巴拉圭这个东西有更明确的一个定案，代表踏实外交的一个成绩，有没有办法？很困难。你觉得很困难？很困难。所以 FTA 其实，因为我们踏踏实实的讲，很困难。FTA 是不可能的。对，我可以 promise， 可以给你承诺，几年以后大家也都不见得。不是你承诺，承诺你不在，我不在，那种承诺没有意义啊。所以我们的政府，我们不做这种这个很虚晃的一些承诺。所以目前看起来 FTA 很难。很难。好，那接下来。我们目前邦交国的状态，有人说什么双八都危险什么的，我刚才听到你的回答是没有问题。在现阶段没有问题。全世界我们的国家邦交国目前，状态都稳定。不完全。所以是有危机的地方嘛？对。那危机的地方严峻到什么程度？抱歉，哪一国我就不问你了。在公开场合啊，这个我没有办法这个讲多了，我私下我再跟您做个报告，好不好？所以目前是有一些状况。对。那你判断这个状况会在你们的努力下会往恶化走，还是能够维持稳定以上？ 在台湾政府，在中华民国政府办外交的人呢、啊，没有悲观的权利，是不是？你这句话应该前面的永远都在悲观的状态，但是没有悲观的权利。不是没有悲观的权利，永远要是乐观以赴啊，全力以赴啊。但我还是听不出你的答案。不，就是我们某一个国家有状况，那你们很努力了，也知道了，也掌握住了。但未来的发展方向，你说我们没有悲观的权利，我听起来怕怕的，你知道吗？是我就告诉我的同仁说啊，我们驻22个邦交国的大使啊，都要能够有这个热忱。我换个角度来诠释，否则的话，我晚上睡觉睡不好的。你们现在在外交的战场上，外交其实是一个战争，看不见的战争。对，在外交的战场上，你们这些优秀的兵员在这里。对，中国确实开始进行交战了没？这个压力呢始终都在啊、哦。那当然，目前来讲呢，这个压力的这个是否会增强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也还在观察中。所以没有悲观的权利，没有悲观的权利，我们不会听到意外的消息。只要乐观以赴，乐观以赴是一个态度，不是结果哈。我们希望对这个部分。可能你们要多费心，因为那个战场可能是在新旧政府交接上最重要的主战场。我最后再补一个问题哈，在今年年底，我们有一些国际组织要寻求加入，对，不管是美国支持我们参加的 Interpol 国际刑警组织嘛哈，对，那 ICAO 国际民航组织或联合国的气候变迁委员会等等，目前外交部你们有做了一些妥协让步，在某些范围。为了是让这些参加国际社群组织的可能性提高，那你判断在今年年底以前，这几个组织我们的加入有没有可能？我们在出访之前呢，我们在内部已经开过不止两次会，在部里开过不止两次，到国安会都开过两次会，而且在明天我们还会再继续开会。这个、你们期待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期待达到目标是，当然是我们的所谓有意义的实质参与，有意义的实质参与。对，名称当然不会那么好，叫中华民国，大概也不会让你叫台湾。所以名称的问题如果能解决，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参加了？我想还有很多其他的考量了，也不是只有名称的问题了。这三个月内就要看到状况了。很多的这个组织，我们都需要这个。都会摆在台面上，大家都看得到。所以今年底以前会有一个答案出来。
当然了，当然。加油了，部长。谢谢，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林长佐林委员。我们请李部长。部长，不好意思，麻烦你。林委员早。嘿，部长你好。我想接着刚刚那个王委员所说的这个，目前我们最有压力的，可能会有一些不稳的这些国家，是不是我们在这边，我也是请招委接着希望也可以召开一个可能是秘密会议，那我们就整个目前外交的这个局势跟状况，也许可以这个在内部讨论的时候避免现在整个公开的状况。对对，来让大家，我相信这个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委员都会很想知道。我很乐意跟这个诸位委员这个分析。那如果未来这两个礼拜没有这个开这个秘密会议的这个机会的话，也许希望这外交部的人员有机会可以到我们办公室这边再来讨论一下。我这个只要委员有空，我随时愿意。我想这个事情公开谈也是不太好。不适合。是。那刚才也有几位委员有提到，就是说以目前所谓踏实外交的政策，到底跟旧政府不同的思维在哪里？那这里是不是可以请部长再稍微提一下？我想这个对于新政府来讲，强调所谓是互利、互惠、双赢啊。另外，我们对于自由民主这个价值啊，我们的坚持，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特别 的部分。好，我想在这边我会希望能够收到外交部这一边的一个报告，也许比较表格化的。那我们到底过去几阶段的政府，我们在不一样的这个外交政策上面，哪些地方是我们现在比较重点的不同之处，那给我们一个比较清楚的列表。那因为在这个报告里面大部分都是提结果啦，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出访的这个现象受到欢迎、受到礼遇、那受到支持这些，那所以我想要透过一个这样子表格化的分析，那比较清楚的可以知道说，那为什么现在美国跟我们的关系比较友好？但是在这边是部长，你可以稍微提一下，你觉得目前美国跟我们新政府的关系特别友好的因素是跟过去的旧政府不一样之处在哪里？我想，美国政府呢跟我们的关系啊是的确是非常 的密切，我们之间这个交谈的内容的深度广度啊，说老实话，我个人都觉得是非常的好，非常的重要啊。那美国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呢？那我想要问美国人，对不对？那我们应该还是有一个自己的分析啦，那这样子我们才会知道我们的这个策略上某一块是不是双方共同的利益？那未来四年我们避免国与国之间呢，一定要有这个共同的利益作为基础，否则的话，不可能。所以我希望就是再请这个外交部的同仁把这一块比较完整的，因为这一次的报告只有提到现象，就他跟我们特别的好，我们备受礼遇，但是我想我们必须把背后的原因更清楚，有个脉络性的这个了解。那未来我们在追踪的时候比较有焦点。那下一个问题是，我是想要请教，就是说我有看到这个报告里面提到的这个以互惠互利的这个方向来去作为我们踏实外交的重点，这个可行性我希望可以看到进一步的评估。例如说里面有提到的是以我们这些包括巴拿马、巴拉圭这些友邦作为我们进入中南美这个区域市场的一个窗口、一个入口。那我们作为这些我们友邦在进入亚太区域市场的一个跳板、一个窗口，那我想有一个更清楚的这个分析，因为我个人认为这某种程度应该会有点困难，因为对邦交国来讲，我们自己除了台湾以外，包括新加坡、包括菲律宾、包括泰国，都是他们的友邦，他们要进入亚太市场，是选择台湾比较好，还是选择新加坡比较好？它有一个比较开放性的选择，而我们连东协目前都这个加入的这个难度都还很高。它以我们作为跳板的可行性，跟
我们要以他们为跳板进入中南美市场的这个互相的这个权力关系不太对等，我们是只有这些朋友，嗯，所以我们要去中南美，我们选择其他的国家当跳板，看起来不太合理，一定是以这两个国家、这几个国家为主，他们来亚太，他们的选择可多了，所以我现在要说的是，我可以看到这个踏实外交的诚意，但是我也是一样，如同刚才前面所说的，我要看到进一步的评估。我们台湾在亚太市场优势劣势，他们以我们为入口，或是说以其他的竞争者，有哪些国家可能是他们也可能会选那些国家的这一个进一步的这个分析啦。这一块是不是部长这边再责请同仁给我们一个这个比较清楚的报告？这样。好的，我想就诚如这个巴拉圭总统所讲的啦，就是说是你的国家比你想象中的大，我们也不要妄自菲薄，是不是？虽然我们在东南亚的扮演的角色有限，但是呢，我们的台商、我们的各种的这个软实力的这个渗透跟扩展呢，事实上都是非常非常值得对方很倾羡的。好，我希望这一个部分有一个更完整的这个报告，包括数字啊等等的。那我们未来在评估踏实外交的时候，也比较有所本这样子。好，好，那最后就是。跟友邦之间，毕竟他们是友邦，是唯一二十几个国家跟我们有邦交的，所以我相信我们对他们的期待应该不会只是实质上面，好，务实的经济交流、文化交流。所以我请部长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如果比较机密的部分，你保留在我们机密的会议的时候来谈没关系。但是我们对他们在国际政治上的期待是什么？如果只有实质的话，我们跟日本也是可以有实质的来往，跟美国也可以有实质的来往，但是。既然是有正式的邦交，我相信除了实质经济、文化、贸易的合作以外，有另外一个层次是国际政治上面，我们希望他们怎么协助我们。我想最主要还是在这个国际组织的实质参与方面呢，他们可以给我们这个实质的协助，就是类似是在各个这个，例如说 WHA 啦，或联合国的时候替我们发声这样子。对对对。那这一点我想会跟过去差不多，我会蛮期待新政府有新的想法。国际政治除了是在开会台面上的机会以外，我相信还有很多的角力，而这些角力应该是我们会希望这些友邦协助我们的。对，所以我可以了解现在新政府有两难啊，一方面我们也面临这一些友邦可能被挖角，嗯，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希望他做的比以前还要多，嗯，那这个中间的平衡在哪里？我为什么希望说我们能够有一个机密会议的时候再来好好的谈一下？因为我知道这个里面有很多是不能曝光，也不能在媒体上面去讲出去的。对，那这个我期待下一次我们再进一步谈的机会。谢谢，谢谢。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刘世芳委员咨询。谢谢主席，可不可以请辛苦的李部长？好，部长请备询。刘委员，你也很辛苦。是部长，我想你跟侨委会啊，在这一趟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哈。所以在台湾的马上出来的民调是有60%以上的人支持这一件事情，那表示说。这些呢，大家都非常的辛苦。除了部长本人、部里头的同仁之外，还有包括我们在巴拉圭跟巴拿马的刘大使、哈于大使，还有我们的高硕泰、哈，这个都非常的辛苦哈。所以我觉得说，在这次的访问当中呢，十足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外交部同仁啊，真的是用了非常多的心力。哈，那在侨委会也是一样哈，在很多的这个侨胞啦参加侨宴的时候呢，都非常的高兴哈。除了看到我们蔡总统本人哈，然后大家认知到台湾在民主政治发展的成就之外，那也看到呢，我们在这个侨胞的聚会当中呢，是一个大熔炉哈。只要他认同台湾哈，都是我们可以接触跟接洽的人哦，包括我们的博瑞光主席呢，在最后的一场侨宴里面呢、啊，他说他看到啊出席的侨胞人数啊是上一次前任总统的3倍，好，我想我都记得这样的名词啊哈。所以呢，在我可以跟随这次英翔专案出去的时候呢，我说我会对这个外交部跟侨委会啊的辛苦真的是
肯定肯定再肯定，好。Yeah, 但是呢，对，在行将要回来台湾的时候呢，当然在7月1号就发生了这个国防部的这些案件，好。那我想先确认一下啊，李部长，好，请问一下，总统在总统的专机上面，如果没有办法马上在第一时间得到任何国家大事，尤其是国安国防的危机的时候，请问一下，总统的任务还是总统，还是他必须要把总统的三军统帅权交给副总统？我想那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是8:17:08，那在美国的时间，洛杉矶的时间是5:00多。我想刘委员你也很清楚，那时候我们才刚刚降落。是。那这个在后面6:00开始，我们就有这个一个给侨界还有美国政要的一个 reception， 是不是？然后7:00我们就开始正式有侨宴。那在几乎是第一时间之后呢，总统府的发言人呢就给总统做了一个大致的简报。因为我当时在身边，所以我完全听到了。所以说是总统对于整个事件的发展呢，可以说是同步知悉。是，所以因为在这两天的媒体啊，包括有些所谓的名嘴在批评的时候，就是说，哎，总统不在国内，或者总统可能在总统的专机上面，他的三军统帅权按照我们的宪法，是不是要暂时移给我们的副总统？我想是没有这件事情。对，我想必须要对外澄清哈。那同时我也要询问一下哈，在下机之后，哈，总统直奔这个总统府哈，邀集的相关国安、外交、国防等等这些人员哈，那然后最后有做出6:00的裁示哈。那我所了解就是说，我们对于友邦哈或对于邻近国家的这个通知的状况，大概是除了中国大陆以外，所有的国家都是外交部这边要负责来通知哈。那我可不可以知道一下，外交部在通知的过程当中，谁先通知，谁比较晚通知？为什么这样的考量？我的了解是大概是礼拜五发生的嘛，是吧？是礼拜五中午之前，我们就是北美司长就已经通知了 AIT 了。然后呢，这个当天我们下午呢，我们亚太司呢也通知了这个越南跟菲律宾，对不对？我们也告诉了这个新加坡，是吧？还有日本嘛，是吧？日本 对。好。那个跟部长讲一下哈，我所了解就是7月1号下午3:00的时候呢，海基海协会哦，他们当然海基会有联络海协会哈。那我们外交部是通知美国、越南、菲律宾，大概越南、菲律宾是因为两位外籍的渔工哈，是他们的这个国籍，还有通知新加坡哈。然后呢，也在7月3号的时候通知日本。那同时你们也要通知欧盟、英国、韩国跟东协这些国家哈。那你也了解。我们如果台湾呢，在我们的战略上面是属于第一岛链的话，我们是否也应该把纽澳也加进去哈？我的主要建议就是说，总统在下机之后处理了6:00裁示，这6:00裁示呢，当然我们的外交部的不管是对于驻在国在台湾的部分，或者是他们在这个国外的这个部分呢，都会同步的跟这些国家来做通知或通报哈。那我也有兴趣，就是说我们在通知跟通报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中文或是英文或是当地的语言，请问一下我们的用语是什么？我们的用语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好，第一个，这是外交，也是这是国防，但是也是外交处理上面的一个重要的步骤。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危机化成转机，因为我们平常没有什么任何机会啊，跟这些驻在国家，尤其是没有敌对的这个驻在国家。做过任何有意义实质的沟通，所以我们的用字遣词就非常重要哈。对，譬如说像 CNN 啊，或者是 Guardian 英国的卫报哈，他们就会用是 accidentally，但是 BBC 的话呢是用 mistakenly 哈，然后呢路透社的话呢它就是 in error， 还蛮严重的哈。还有纽约时报，还有当然 NHK 是用误发射哈。LA Times 更严重哈，是 deadly misfiring。那这么严重的这个几个文字啊，还有中国的央视网，好，出现了 mistakenly 哈的这几个字。那既然我们的外交单位呢，在很多遣词用字上面都非常的重视的话，请问我们到底用什么样子的遣词用字来报告这些事情给我们的邻近的友邦的国家？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在回台北的路上，飞机上啊，以我的了解就是说是。
因为对于外交部来讲，我们掌握的资讯呢，也大部分是一般的资讯。至于这个真正牵涉到军事跟技术方面的东西，也是有国防部知道。所以我们大概原则上就是告诉我们的友邦呢，就是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纯属意外，并不是故意发动的。我想应该是这样子。所以都是只有口头上的报告。口头上的报告。我是建议哈，可能还继续评估一下哈。第一个就是中国最近呢会在南海这个地方呢举办所谓的军演。对。那他们呢到底是对南海附近的几个邻近国家呢是友善的还是不友善的，我们不予置评。嗯。但是我们要福音总统所说的，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地方的区域和平稳定上面扮演重要的一个角色。嗯。所以我认为这次所谓的国防部熊山飞弹的不管是误射也好或是其他的人为的意外之这个沟通的话呢，外交单位的人还是站在第一线。是的。请仔细的评估一下。要不要对这些遣词用字做类似的说帖出来，让我们的外交人员呢、在第一线处理的时候不要讲错话，好，因为讲错话也是另外一种外交危机。好，所以您刚有提到说，我们很多的外交、国防、国际组织上面呢，就是要处理有意义的实质参与，但是我们也要确定一下是有意义的实质对话。对，好，而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好，因为很多事情到了第二次、第三次再重复去解释的时候呢，可已经失掉先机了，好吗？好，是。我想以李部长在外交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老兵的经验呢、一定非常了解危机跟转机，其实只是一线之间，对，好吗？好，好，部长加油。好，谢谢，谢谢刘委员指教，谢谢。接下来请徐志荣委员。谢谢主席，主席，我想请李部长。请李部长。部长好。谢谢徐委员。部长您辛苦了。不敢。然后有使命必达。是的。所有的任务也都达成了。总统在这边请教部长，我们小英总统在巴拿马的签名簿上写的 President of Taiwan 括弧 ROC， 对，麻烦你帮我英文翻成中文好吗？不，我想这样子啊，因为那个场合事实上我也在场，那可以说是总统出访了好几天，到哪里去呢？大家一般的称呼呢都不会称国号，完全的国号就是称他是台湾的总统。我想可能总统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也很自然而然的就写下这样的字。我有讲过，在部长出访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是常次来。我说，一般像我们的百姓，我们出国，外国人问到我们，我们也是很自然的回答他，我是来自台湾。但是总统不一样，尤其是我们的邦交国，我们是中华民国跟巴拿马是两个这样的名称的嘛？那你说这个 of Taiwan 是台湾国吗？当然不是了。当然不是，那不是台湾国，是因为很习惯的，就是说是，一连三四天下来，大家都称你台湾的总统，所以说也就这样子。我个人认为这样子的哈，那是正式的这个邦交国的这个访问啊，应该我们是自己要用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家的名字，在外交上是比较合适、比较得体的哈。当然，是不是小英总统有意无意的想要？宣读还是创造一些我们这个台独的模糊空间，我也不是很清楚的。但是我所要提醒的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把我们中华民国国号当作是一种护身符。我们把这个四个字拿掉以后啊，我们就有一些风险了，我们自己就要负责了。尤其最近大家也知道的，海军又误射了这个熊山飞弹，你这个两件事情加起来，你说我们两岸的关系？会好在哪里去吗？那不好的话，是不是对我们部长您那个外交的业务，我们一些邦交国，是不是有一些讯息啦，还是什么有蠢蠢欲动啊，还是怎样？可能你也不方便回答，可能就照刚刚林委员讲的，那麻烦我们的招委是不是下次开一个秘密会议，
是不是到时候你才比较方便讲，还是怎样？是是，我想这个报告徐委员，我们的正式国民呢是中华民国，这是一点都不值得怀疑的。那这个我们对于这个国号的坚持呢，也是完全是对，那是我们呢、啊啊，所以大家也在看着我们总统的一言一行啊。是、哦，我们是这样讲啊。对，我想基本上讲的，总统讲的，总统的动作写的不是这样子啊。对，我想总统是一个踏踏实实的人了，这个我想时代也没有需要再去扩大解读了、啊。我是希望说总统这样子不要造成我们自己国家任何的纷扰了哈。简单讲就是这样。讲起来，我们两岸呢、啊、都需要高度的克制的，减低紧张及不稳定性的。接着。也有招委讲过，我们7月12号的国际法庭也要宣判的，8月或者9月，我们的副总统也要出访到我们教廷梵蒂冈嘛，都是种种的考验了哈。所以在这里要拜托我们部长，您要审慎的来因应，您要多辛苦一点了，好不好？好的，这个是的，好。再来，我想请教部长的就是说。我们在上星期也是我们台湾算是蛮大的这个台塑集团了哈，是。他因为叶刚的事情呢、啊，这个总管理处的总裁王文渊总裁跟副总裁这个王瑞华到越南去处理啊，结果好像说被扣下来，要交多少160亿台币的一些罚款是吧？现在主要是想请教的是说。总裁跟副总裁回来了没？没，当然回来了吧。回来了吗？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就没事了了哈。但是我们最近我们在越南的一些台商，可能是收到我们驻外单位或者是台商会的一些警告，就是说好像有。越南方面有一些示威抗议，恐怕会衍生一些暴动还是怎样，不知道了哈。是部长是不是确有此事？因为过去有这个所谓排华的这个事件发生，所以这次呢，这个我们也不敢掉以轻心，所以我们的这个驻越南代表呢，也跟他们的公安部有直接的接洽，也透过台商会呢通知说我们在那边的投资者，台商如果万一有发生什么，当心小心呢、啊，有发生什么情况，我们要跟我们这个要就地寻求当地的公安单位及驻外处那些协助，是的，对不对？是的，啊，这不是表示说有一点上些迹象嘛，哈，是啊，我们还是小心为要啊，我们就提高警觉嘛，但是现在这种讲的就是说啊，既然有点这些迹象，但是在我们的外交国外旅游的警示方面，我们目前还是维持着我们最低等级的这个灰色，我们目前也还没有提升旅游警示的灯号。报告委员，那边是的确有一些非常几个少数的那个比较极端的人呢、啊、表示不满，但是并没有影响到旅游警讯提升的这个阶段。还没有到这么严重的，没有，没有。然后我就担心说，有关我们这个新南向政策啊，比如说叶刚的这个事情呢、啊，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这样的看起来在近的方面，2004年这个越南也有这个反中的这个暴动，1998也有印尼的排华事件，在更早之前，柬埔寨、印度、缅甸、马来西亚。都是有类似这些排华的事情的，现在发生这些叶刚的事件呢、啊，还有这些种种，我是担心说我们新南向政策，我们对当地的那个台商呢、啊，要去投资的呢、啊，对他们的环保法令的熟悉度，我们要做好准备，以后我们新南向政策要去发挥发展的时候，对于保障我们台商权益，种种的配套的方案，我们都要先做好来。这样子才对我们新南向政策的推展才比较有实质的效益，人家才比较敢去嘛。你这些没有做好来的话，就不太就会怯步嘛。对，是。
部长，所以这方面我们新南向政策也是要做好很多台商的所有的法令上、安全上种种的措施。对，你认为呢？我想徐委员的指教非常的有道理。好，非常有道理。那希望我们在不管是越南了，反正新南向所有的国家，我们都是要对当地的这些情况状况都要掌握得很清楚，甚至于进一步的了解，怎么会有这些一直对排华的这些动作出来，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根本的问题找出来。我是想说我们华人可能脑筋比较好，比较勤快啊，比较有钱啊，我不敢讲说哪个国家的人怎么样哈，可能是有些贫富差距过大还是怎样，所以对我们华人有一点这个仇恨的心理也不一定了哈。当然是长远的是说怎么样去把他们调解起来，不叫不会说久久的又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上策了哈。是的，谢谢部长。是的，谢谢徐委员指教。好，谢谢。下一位请吕玉玲委员咨询。主席，请领部长。请部长备询。刘委员早。部长，熊山飞弹的事件到现在两三天了，我们还没有看到外交部开中外国际的记者会，反而是一个一个去通知，通知个日本、美国、新加坡、菲律宾，为什么没有办法去通知所有的中外媒体，把一次把这个飞弹的事情说清楚，不要让所有国际上大家在各自在揣测，而且这件事情啊，对国际上有不小的一些争议跟恐慌，所以部长为什么不开？是你不开，还是上面交代你不要开？我想，因为这个事件啊，整个都还在调查中，许多的这个真相呢还需要厘清，而且这里面牵涉到太多的技术层面的因素呢，这些东西啊也都不是外交部有能力能够回答的。是不是真正能够回答呢？还是国防部，对不对？所以我并没有。现在已经没有新闻局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责任就要我们外交部来开一个国际的记者会。如果事情调查清楚，要赶快开，不要再把这个话题啊太多的传闻传来传去，甚至说有阴谋论的事情都出来了，这个不好，好不好？我想是这个刘委员指教的也很有道理了。当然，这个阴谋论在国际上啊，倒还没有所谓的发酵了。所以我们要讲清楚。是在国内倒是有一些很奇怪的这个言论了。为什么国内对国内在说明，对国外不说明？国内我国内是在国防部在对都有在说明啊。对啊，是。所以我们身为外交部啊。外交部我们就有这个责任，是有问把事情要说明白，好不好？接下来本席要来说一下我们的音响哦，这个音响哦，这个说起来是说这个有丰硕的成果，也就是说这次的外交我们就看了我们的旅外的我们的陈伟英这个棒球选手啊，这个就叫做丰硕的外交成果。这个不是。如果说我们看起来，不是我们说的，陈水扁总统任内啊，您记得吗？也是我们李部长安排到过境美国的时候，一些规格上的接待啊。可是部长那个时候就因为这个安排这事情啊不太顺利哈，所以把你驻美这个大使的工作啊给拔掉了。啊，表示你办事不力。那这一次有这么成功，这么顺利，让你一雪前耻，让你能够有这个表现啊，你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很满意了？没有满意啊，这个我们才政府才刚刚开始一个半月，这个需要做的事情，需要面对的挑战，这个很多很多。是这个我越做发觉问题越多，越多，所以有问题。赶快解决，新政府说是最会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再下来就要
在了解了。这次我们到巴拿马、巴拉圭这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我们的蔡总统啊，到那里之后，特别的还重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巴拉圭这个五年的我的家园计划。对，这个计划是7100亿的美元，要小型100万，对，7100万的美元，对，要来建造小型的个造镇，对，要盖大概4500栋的社会住宅，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重提？要释出利多给巴拉圭，要来抢人作战吗？尤其是要对国际上宣示说，这个巴拿马、巴拉圭现在跟我们的友谊非常的好，不是？因为外面都在传啊，倒不是，因为大陆对这个两个国家也释出友好利多，是不是？我们在这方面就提出一些利多，包括要放巴拉圭的牛肉进来我们台湾，是是是，这个都说出来的，这么多的利多就是抢人作战喽。事实上，这个不是蔡总统提的，是卡提斯总统啊，在他的演说提了，你也附议了，你接下来也说了，就是、谢谢台湾在这一方面给我们的帮助。这个计划是一共是五年的计划，我们已经3年结束了，剩下还有2年。那因为本来是想要去到现场去看，因为它是在北方很远，所以说是没有办法能够到那个里边去，所以我们就没有看。那个巴拉圭政府还特别放了一些幻灯片给我们看。部长，在这件事情来看、哦、我们就知道，因为以前马政府的时候外交是休兵，但是自从新政府就任之后啊，这个两岸呢、啊、已经停顿了，所以有很多的竞争哦。那我们现在邦交国20个国家，你知不知道这些国家有没有大陆在接触？有没有跟我们抢这些邦交国要跟大陆来建交？有什么条件？有几个国家有已经在动摇的没有？从逻辑上去想的话，我想这个答案也都很清楚了。对不对？所以就像刚刚的赵薇讲的，要开一次秘密会议吗？如果有秘密会议的话，我愿意。现在你就说你到底有几个国家已经跟大陆有在接触的？这个我也不能够在这里来跟大家讲。所以就要开这个会议了。不是每一个都有，但是有一些是有的。那本席要请教部长，在这种情况，如果大陆出手要跟我们抢这个邦交国，我们挡得住吗？我们全体外交部的同仁呢、啊，会100%的努力呀、啊，这个要把它挡住。因为 在没有事情发生之前呢、啊，我们要有信心。因为我们看到现在那个音响专案呢、啊，蔡英文总统在美国接见了15位美国官方的跟非官方的一些议员呢、啊。这个参议员在这种的情形之下，应该也有提到对我们国家有没有一些利多的释出、啊、这个外交出访应该有双向的嘛？对，当然，当然是啊，当然有利多吧？当然有利多了。对我们来讲，我们对于加入所谓 TPP 啊，一直很有兴趣。当然，就是两党议员有的是支持，有的更不支持嘛。所以未来会再协商。但是呢，我们总是表达我们的意愿了，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国际经济整合呢，我们如果完全缺席的话，对我们国内的产业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是，这个就要赶紧好好的协商来谈哈。对。那接下来，刚刚也有委员提到，就是在越南台塑因为水源污染的问题，那我们也台塑也做出了赔偿。这个赔偿啊，是不是把王文渊当人质，要求赔偿5亿美元？5亿美元付出去之后，王文渊才被释放。这个事情，我们外交部陆委会知不知道？我不有没有用管道来要求来请我们外交部来援助的？我可以跟这个刘委员报告，就说是，两位，一个王总裁，一个王副总裁呢，跟我都对这个案子，所以有请求协助吗？有，我们有联络，他也来我办公室，也跟我谈过。我也要求我们驻越南的这个十大使呢尽全力。所以这个赔偿这5亿，我们也有从中协调。这个5亿，讲老实话，我不知道这个数字。至少放人是有了。至少就是说是暂时告一段落了。嗯，是不是？是。所以这个王文渊现在是安全的。
应该是这样子，我这没有啊，没有我，他本来是我们陆委会了不了解啊。他本来昨天请我，我说不行啊，我今天要到大院来报告，我没空。我们的台商在那里安全，陆委会不关心吗？啊，不关心吗？当然关心、啊。而且这件事情，越南啊，在前两年呢、啊、就有排华的一个些暴动，那现在这件事情会不会让我们发生排华这个情绪来升高？会不会？所以说我们要非常的当心，所以我们驻越南的十大使呢，也特别拜访公安部，要公安部也要注意这个事情。所以部长，这个你们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当然，现在已经放暑假了。对。我们也提到，这个旅游的旺季，而且我们台湾很多乡亲都比较喜欢去东南亚、嗯。现在是灰色的灯号，万一橙色、黄色升高起来，这个安全问题、台商的安置问题、这个排华的状况，我们外交部跟陆委会真的要随时注意啊，对我们台商的保护、财产、生命的安全，尤其是这个排华的情形，要非常的重视去关心。而且我们政府正在推新南向政策，这新南向政策，我们这个压力的测试、市场的评估都没有，叫台商一直去投资，这个风险这么大，钱丢进去就没了，那人家对我们国家越南对我们又这么不友善，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不晓这个你要非常重视，所以我们也告诉越南政府，是不是像台硕集团投资超过100亿美金，是不是如果说是发生问题的话，对未来台湾潜在的投资者呢，当然会有一个负面的影响，也希望他们越南政府注意。所以我们应该不要偏向新的南向政策。至于那么大陆的这么大的内需的市场，我们应该双向并进，好不好？好，谢谢，时间到了哈。下一位，我们请蔡委员咨询。主席，能不能请我们部长还有我们的亚太司司长？好，请部长、亚太司司长。蔡委员早。哎，司长、部长早安哈。我延续一下刚才我们委员请教这个问题哈，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亚太司司长哈。这件事情，因为部长出访的这段期间，这个事情发生的蛮严重的哈，越南的这个对这个钢铁厂的事情，你们自己有没有掌握相关的消息啊？这个案子从今年4月份开始啊，因为越南合金钢厂因为污水排放的问题，引发附近周边海域的鱼，我说你们有没有了解？有，都了解，都了解。那我想请教一下哈，这个第一个，你们的协调的结果哈，台塑钢厂赔偿5亿美金，没错吧？这一部分应该由钢厂自己来对外说明。那、你们不是有协调吗？那确实有没有赔偿？这部分还是由钢厂，所以你们不知道。我们这还是由他们来做。不是啊，你说他们，我说你们知不知道嘛？我们知道。所以确实有没有这件事情，还是没有？我们看到的新闻稿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那你们的代表处回报的时候有没有讲这件事情？有，我们有。所以你们代表处也知道他赔了5亿，我想你们去了解一下，他赔5亿是用什么理由赔的？第一个你要回复很清楚哦，因为这是涉及到很法律的问题哦。第二个，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台塑越南厂到底有没有排放污水？根据那个当地他们的一些检验报告，是有这样子的。因为我看的那个他们的程序，好像他们的锅炉、高炉都还没启用嘛。锅炉本来是6月25号要。对啊，还没启用的污水怎么排出来的？因为那之前他们事实上已经有在试营运了，对，试行，所以是试营运的污水。试营运的污水到底有没有确认？现在目前根据越方还有他们提出来的一个，那台塑自己公司，你们约询问他们，他们有没有承认他们确实有排放污水？他们这部分，他们跟越方事实上有谈判，应该有一个。这个排放污水要透过谈判吗？我当然了解，他们两个国家在谈判。我的意思说，就你们去询问，确实的了解他到底有没有排放污水？应该是有，是不是？好，那再来第三个，
这个过程当中，台塑越南厂的人员有没有人员被留在那边，不能离开台，不能离开越南？没有，我们没有听说有这样子一个情况。完全没有吗？请问委员是指哪一位？我现在就问你嘛，你还问我哪一位？假如说你刚才讲王文渊董事长的话，应该是没有啊，他来去自如都没有问题啊。他有到越南吗？有啊，他有去啊，去越南再回来。那他们台塑越南厂的当面的厂长等等的那些人，有没有要求被留置不能离开？他们没有说被留置，因为这个案子在没有。董事长，你要讲清楚哦，到时候我如果查出来不是这样，你就撒谎了。我没有撒谎，所以到底你告诉我说，所以我说你们代表处有回复嘛？有没有被要求留置？说要等事情处理完，缴钱了才能离开，有没有这件事情？这部分我要去做去详细的调查，但是我的了解，那个厂是因为配合调查，暂时没有停，没有开工。所以你确认清楚之后告诉我们，好不好 ？OK， 我觉得这很重要，这也是我们整个事情哈搞得很大哈，这个对于我们未来推动新南向政策。不论是企业界也好，不论是跟当地的政府的协调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整个的状况。还有我刚才讲的，他赔偿的五亿是用什么理由、什么基准赔偿出来的，我们这也要搞清楚啊。我了解。否则未来任何一个厂出现了相关的事情之后，就被动辄要求赔偿。那如果这个赔偿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是用漫天开价的，那对于我们推动新南向政策来讲，大家当然会很担心啊。齁。违规污染是不可以的，可是他的法律的惩处也是要按照法律来规定来做，好不好？所以你这几件事情要搞清楚之后，了解，跟我们回复。好，那再接下来我们来邀请一下那个部长，请你说明一下这个音响专案的部分。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整体的过程当中曾经有发生一个小插曲，就是所谓的这个名称使用的错误的部分。那后来当时是部长您人在陪同出访嘛，吼。那后来我们的部长当天我有咨询他，那我们也看到他马上来做一个修正了，吼。我想再跟你部长再提醒一下，吼，未来这种事情有没有可能能够预防不要再发生呢、啊？要完全预防啊，简直不可能。那这个是到底是故意的还是？绝对不，绝对要说清楚哦，说清楚哦，是故意的还是？绝对不是故意。是跟那个熊山飞弹误射一样就对了，是不是？我想那个完全两回事。两回事了哈，就完全不，他们绝对就是说，刚刚部长你讲了，他完全是个不是非故意的、疏失的，所以马上也补正了嘛哈。我想他那个脸书的操作，所以他会不会我们要求他更正的时候，他会不会不高兴啊？不会不高兴，没有不高兴哈、啊。所以他们还觉得说是他们自己的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疏失。对，因为当天晚上大概11点钟的时候，林委员打电话，给我。然后呢，我马上通知曹市长，曹市长就打电话给巴拿马刘大使，第二天就更正了。OK， 所以这个事情就没有问题了嘛？吼，好，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我们这一次吼对巴拿马跟巴拿圭的援助里面吼，刚才其实最大的这些里面吼，最大的其实就是一个7100万美金的一个计划吼。蔡总统讲出来之后吼，我看到有人呐、啊、在批判说，那这不就是凯子外交或是怎么样嘛？这不是啊。然后我就。听完之后，刚才我们的委员就赶快询问了我们的部长哦。对，这个案子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3年以前就开始了，就是我们网友说的凯子外交就对了，但我们不认为它是凯子外交了。我不认为是凯子外交。好 ，OK， 但是我要说清楚哦，因为这大家会搞不大清楚。对了，从3年前就开始推动这样的一个计划，5年，我听你刚刚说是5年嘛？对。最后的这一年跟明年，大概就在比较精华的区域推动社会住宅方案就对了。就在亚松森市的附近。OK， 那所以这个刚才我们。招委有特别讲说，有没有可能让更多我们台湾的厂商去投入参与？有没有可能？我们海外工程投资公司呢，他当然有权利参与，他为什么不参与？对啊，为什么不参与啊？不能讲的啊，因为这个计划原来都是在比较偏远地区。我了解一下啊，现在新的比较市区亚松森附近的首都附近，亚松森是首都嘛，对不 对？首都附近的 OK 吧？我想今年、明年我们会把它。那这两年大概有多少钱？不会是7100万嘛？7100万除以五，所以除以五大概2000，大概3000多万左右。对，3000多万就等于多少钱了？10亿了呢。所以这10亿的我们的援助计划里面，就我们外交部来看，由我们台湾的厂商来加以承包，应该是没问题的，是不是？我想我们会透过驻馆跟他的巴拉圭政府再来谈这一节。所以你们当时谈判的内容里面有没有讲到由我们的厂商来新建或者是优先权？有没有讲过这个事情？
在2013年签订这一个我们这个合作协定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强调。不过在所有的计划里面，那会不会没有强调？那巴拉圭政府要求是由巴拉圭的厂商来新建，有没有可能？我想据我了解，并没有这个特别的限制。所以巴拉圭嘛，我的意思说，巴拉圭政府会不会跟你提出这个要求啊？我想这个透过我们来协商，好不好？好，那什么时候可以协商出结果？我即刻会把这个讯息 pass 给我们。这个很重要哈，我们希望有更多我们在推动所谓的互惠合作的这样的，这不就是援助，是叫互惠合作的方案里面，其实整个合作过程当中，也有让我们许多台湾的厂商能够加以参与，好不好？那因为为什么这样？所以我很感谢我们的这个招委，如果刚刚不提的话，大家都不知道啊，还以为是蔡总统今年所提的方案啊。好、哦，如果他不晓得，那以为这个我们就直接钱就给他们了，就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事实上刚刚讲的没错。那接下来里面其中我有听到巴拿马的部分送3000盒客流感给巴拿马，我想请教一下部长巴拿马的这个流感很严重吗？很严重哦，大概多少人？你们所了解到？3000盒是可以给3000个人用。对啊，一盒是100粒吧？100粒嘛。一盒10粒啊。他们的人数染病的是3000个上下而已，还是？应该超远远超过。远远超过啊！这一盒大概成本多少钱？3000盒大概$100,000。但你会不会觉得两边差太多？巴拿马，我们主要去拜访巴拿马。巴拿马给了我们还有别的计划了啊？别的计划是哪些东西？我们有给他这个，因为你们的这个，我们问你们做报告，你们都用不下啊？问你们巴拿马还有什么东西？还有给他们巴士，给他们垃圾车。什么时候给的、啊？也都是过去好多年了啊。这一次嘞？这次并没有特别，这次没有，就没有。我曾经听说，我们曾经给巴拿马金元4700万美金，有没有这回事啊？2009年、2010年的时候，有没有这回事？我想跟委员报告，我们的合作计划都是透过具体的，所以有这回事就对了。这是合作计划，这是合作计划，是，但是并没有这个您所这个当时你们有没有向立法院提出报告有这个合作计划？有就好。好，那我再问一下，那所以这次只有给巴拿马3000盒，那他们如果说不够的话怎么办？我们有什么更积极的方法？巴拿马的人命也很重要，我们尽我们的能力来帮忙。台湾的医疗水准不错啊。对啊，那个是卫生部长从我的手中接到这个 sample 啊，是啊，他一直跟我感谢。哦，真的哈，所以我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个更积极的作为，好吧？因为我觉得这次的出访，巴拿马总统会不会不高兴？说为什么你对巴拉圭这么好，对巴拿马不大好？不会。所以故意在这个脸书上不小心写错，不晓得啦，所以这个要想清楚。国宴一共上了4种酒，所以我马上我就告诉我们礼宾处处长，我说你看看人。国宴上了4种酒，为什么？就是表示他的慎重啊，从是这样子啊，白酒、红酒、香槟、白酒、红酒，还有什么酒？还有饭后酒啊。还有饭后酒，一共4种，4种，让我觉得是备极容。所以非常的整个非常的盛大就对了啦，对啊，但我们主计接下来最后不好意思，这个委员长。乔燕结果满意吗？不好意思，主席，我再1分钟就好。谢谢。那个乔燕的整个市场满意哦，办的都很好。听说参与的人数破纪录，是不是？是。那我听说这个在亚松是巴拉圭那一场，还有从阿根廷远道来参访、来参与的侨胞啊。是阿根廷总共有80个侨胞，他们坐。像从阿根廷到巴拉圭要多远、多久的时间？他们租了2辆巴士，来回大概3000公里。大概单程要跑了差不多1天半，所以就是为了参加我们蔡总统举办的侨宴，坐了1天半的车，从阿根廷到巴拉圭参与完，送蔡英文总统离开之后，再坐1天半的巴士回到了阿根廷。是，哇，真是了不起。那表示这个我们的委员长在这个部分成效，我想让我们的很多的侨胞都给予我们给他肯定，我想未来要继续加油一下。好，在接下来最后不好意思再问一下我们的外交部部长潘姐，展望里面第一个尼加拉瓜这一次没有出席巴拉圭运河的仪式嘛，对不对？为什么不去啊？你们有没有了解到？不去，我只知道因为他是他隔壁的国家而已嘛。我看我们的中南美的这些国家几乎大家都有去，再怎样都有派到部长以上的官员到嘛。我看得很有趣尼加拉瓜没去。怎么样？如何？但委员，我具体的内容我们不了解了。你们有没有询问我们的驻尼加拉瓜去打听一下消息？我们当然有了解，因为我们事先就知道他不会参加。为什么？两国不大爽快就对了，不是这样子吗？应该不是。为了两条运河，尼加拉瓜运河跟巴拿马运河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子？
这我想问，我要了解清楚哦，因为尼加拉瓜的政府其实是比较左翼的政府啦，吼，那大家一直有说他跟台湾的外交关系好像有一点点的问题在出现嘛，吼，那他为了要新建尼加拉瓜运河，跟中国目前也走得很近，吼，听说总经费是500亿美金嘛，吼，所以我想我们的驻外大使、驻外代表处一定要特别，因为刚才我们听的部长跟次长说，你们会在八月跟九月再去拉美地区嘛，对不对？所以你们认为要去维护邦谊嘛？那我想问一下部长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告诉我哈？你除了要去拉美之外，你还有没有可能考虑在未来的几个月、今年内去哪些地方要维护邦谊的？有没有？欧洲有没有？欧洲倒还没有。没有哈，非洲咧？非洲有可能要去。啊，非洲几率比较大，还是拉美几率比较高？拉美是已经定案了。定案了啊，非洲嘞？像我会去尼加拉瓜。OK， 就是要去，所以就是，哎，所以我讲的部长也同意就对了。我会去尼加拉。好啊，非洲有没有要去？非洲还没有完全确定。非洲还没完全确定，是不是？我要听我司长的建议。司长是觉得还 OK 还是不 OK？ 下一位，我们规划九月二十几号可能。啊，九月十几号，部长不是要去拉美吗？已经跟哦，所以你是要从拉美直接飞去非洲吗？不，因为我大概八月底就要出发，去拉美走一趟，然后九月初就回来了，很快。然后九月初回来之后，九月底再去就对了。目前规划九月下旬啊，九月下去是例行的，还是要去特别任务？这是一个外长混合委员会哦，所以例行的就对了嘛，跟拉美的不大一样就对了。OK， 好。谢谢部长，好，谢谢主席，好，谢谢。下一位，请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请陈英委员质询。主席，麻烦请部长。请部长备询。谢谢陈委员全程陪同总统。也谢谢部长。好，那所有这次跟团的这个成员哈，大家辛苦了哈。外交部、侨委会、国安局，大家都很辛苦哦。那我想，这一次是我第三次跟总统出访，那第四次到我们的邦交国哈。那我觉得这一次跟过去的这个出访其实有很大的不同。那我觉得其实感觉上是确实的确多了一些踏实，然后也多了一些感动哈。谢谢。那在跟过去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其实以前出访有听到对方提出有很多的需求，好，比如说要盖什么盖什么之类的哈。那但是我想这次我看到比较多的。也特别是从这个应该是巴拉圭总统的一个致辞里面哈，其实那天听完他的致辞，我几乎在现场要流下眼泪哈，因为他很诚恳的说，作为一个邦交国，希望未来不要真的只是会伸手要求援助，而是真的可以和台湾平起平坐。做到达到这个互惠互利的一个平等的一个情形和一个状况。那我想这个从他们总统口中提出来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那我想外交的形式有很多种，当然就是说企业界，比如说长荣在巴拿马已经超过40年的一个经营哦。那还有这个留学生我们在。各国的这个留学生交换留学生这个都很重要。那当然在美国，特别是我们侨界对于当地议员的一个选举过程当中的一个支持哦，这个也是相当重要，这些都是稳定我们外交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些因素哦。那但是我想在这个过这一次的出访哦，大致上都很棒啊。但是我想我对两点我有一些意见哦，就是说我想请教部长，这个巴拿马有没有原住民你知道吗？有没有原住民哦，有啊，有哈，大概我查了一下，大概就是
他们这次库埃瓦人比较多吧？好像是，占大多数。对，是这样子哈。其实，在那天乔宴的时候，跟我同桌有一位是中华民族委员会的委员。哦，好，那他个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代表这中华民族委员会，应该是算他们官方里面的一个委员会啦。但是他就认为，他就认为，就是说，在那边一直不断的传递的讯息，就是说，我们所有人，包括台湾人，通通都是中华民族。我想你知道我们，我是原住民吗？那你知道我们是什么民族吗？我不是，我们不是中华民族，我们是南岛民族。我知道。特别是这个美国的这个 Peter Bell Woods 做的这个研究，好，那所有这个几乎南太很多国家都是，就是说这个他们是从发源地是台湾，好，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哦，麻烦驻地的这个外交部的人员哦。是不是跟可以？我不想说这个他们的国家对我们有一些错误的一个概念。好，所以这个部分呢，也麻烦可以跟他们沟通清楚，让他们很清楚知道，中华民族不代表台湾，好吗？另外就是这个要麻烦我再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维安哦，是。沟通事前的沟通是外交部负责去沟通还是国安局？是应该是国安单位的。那麻烦你们上来一下好吗？我想我是亲眼目睹一件不太好的事情了哈。那个我也不知道部长这样可以下去了是不是？那个那个就是这个部分，那天我想那个苦主是李宾斯的处长吧。好，音乐会的时候，因为你们事先沟通这个进场退场这个路线动线是怎么样，好，这个我想事先都应该沟通清楚。那但是我也没有看到这个李宾斯的处长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啦。但是呢，我觉得对方这个总统的这个随扈，我这些维安人员动作有点过当。那我想我今天不是要追究他对那个巴拉圭这些随扈的责任或者怎么样，我只是要提醒大家要拜托，就是说你们事先是不是可以做得很清楚的沟通。我不希望我们团员任何人到其他国家去，还要除了被推挤还好，如果手举高很用力又快速的放下去的话，这个就会产生后续很严重的后果。我因为当那一天我们是在别人的国家，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台湾，我一定会站起来破口大骂。我想这个部分你们是哪里有问题，是我们的这个辨识的这个不清楚，还是你们沟通有问题，还是语言上有什么问题要请外交部协助？鲍委员，关于在国外的部分啊，我们是事前会有这个总统府侍卫室的同仁，跟着我们礼宾处先到国外去这个做这个侦查的动作。那因为刚刚委员讲的那一段呢，其实我们并不清楚，我们特勤中心呢、啊，主要是负责在国内的这一段。你不清楚的话，是不是要请李宾斯的处长上来讲清楚？来，鲍委员，我想那天是部长，你还是请坐好了，好像这个地方不好意思哦。我想当天可能是双方的特勤人员并没有事先大概你的动线有没有问题？你那天往那里走有没有问题？动线没有问题。好啊，动线没有问题。但是，我不晓得他们这个巴拉圭总统的这些护卫随扈啊，他这么的坚持啊，两边都卡住啊。那我是这一头被卡住，侍卫长在那一头被卡住，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进去引导两位总统到这个会客室去。那他们的确是动作比较大一点，不过后来他们已经跟我们郑重道歉。
好，有道歉就好了。但是我真的希望说这个部分，好，不要因为一个小小的，大家就是说这个动作上的不愉快，引起双边的战争或者断交，这个就不太好。虽然这是一件小小的事情，但是呢，我想这个是会有引发，有可能会引发很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个部分，来那个国安局再麻烦一下。你们说事先的沟通是语言上有没有困难？没有困难，我们会请这个礼宾处同仁，还有我们当地，我们局里面派在当地的这个同仁协助我们沟通，没有问题。所以未来就是说可不可以避免，就是说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是这个部分我们会请市卫室再做进一步的检讨。OK 啊，那我最后补充一下哈，你请回座没关系，那没有人了。那个，这个应该跟外交部比较有关系了哈。我想是这个，委员时间差不多了。好，每一位代表的这个夫人也都很辛苦了哈，他们也都虽然没有领薪水，但是呢，有些夫人参与度也蛮高的，这也值得肯定哈。那但是我也希望就是说所有随行的人员都可以，如果我们有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团整个过去的时候，那有一些比如说国会议员的部分和立委的部分，那或者是总统应该不会搞错啦，就是说像有一些部分这个认人也要稍微认一下，避免一些尴尬的状况发生，我简单的这样提醒。好，谢谢。好，谢谢部长，谢谢陈英委员。那我们有请下一位委员徐永明委员。有请部长哈，部长辛苦了。好，部长。这个主席哈，各位同仁大家好哈，部长辛苦了哈，这个刚回来哈，要来立法院备询，不过。我想蔡总统这一次大家都觉得很相当成功，好，谢谢。好，我想你也负了相当多的责任在这里面，好，我想是值得嘉许哈。不过就像我们在教科书上学的哈，这些外交跟战争其实一线之隔而已了，好，就是也是个战场哈。所以那一天当这个巴拉运河扩建这个典礼哈，第一艘通过的货轮哈。是中国远洋运输集团的集装箱货轮非常大通过。我想请问外交部，就是或是从部长的角度，你所得的情资，你们之前有没有预判？这个我们完全知道，八方也告诉我们。好，那就是说从部长你的角度而言，其实我们也有我们长荣啊，我们有阳明啊，好，对，我当然不是说这个需要好大喜功，如果是长荣或阳明通过我们总统面前，而且是第一艘，好，我想这当然有锦上添花的效果了。好，那预判，所以从外交部角度而言，或从部长你角度而言，这个是你们掌握之内。那你们觉得这个对我们整个行程的影响如何？你觉得没有任何影响？我是因为我的了解是，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呢是邀请这个航商啊，这个去参加这个抽签。那也只有是抽签决定的，是抽签决定，不是像之前团的，就是说是要花钱来 bet， 不是？据说是有这么回事。所以是后者啦，所以从对岸的角度而言，这样子通过也展现一下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也不为过了，应该是这样子。那也让中华民国新任总统知道他们的 muscle 在那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所以外交部一开始并没有去准备，或是把这个当作一个目标来做，就是说如果通过是我们的阳明海运，或是我们的长荣海运，因为当初是只有两家，一家就是中远，另外一家是挪威的航商，去参加抽签，结果中远抽到了。是好，部长为什么这样讲，就是说就像我前面讲的，很多事情其实我们是有对手在那里的。对，我们不是纯粹去邦交国，那对手也希望展现他的存在，甚至传递一个很强的讯息，不只是给国际社会，我想因为那时候有非常多的元首
跟国际的这些要人在场，好，我想也是很强讯息给台湾，好，给我们内部，好，展现在两岸关系上面他们的实力跟他们的意向。好，好，那部长，我之所以会这样问，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们有预判，这是好的了，好，可是我比较担心的是说，啊，这个预判你们觉得这个对整个行程没影响，好，可是对很多观感上面其实是，我们不会认为没有影响，嗯，我们当然希望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航商的船经过了，对不对？嗯，嗯，但是他们没有去参与啊。好，因为部长，我为什么问这个？因为我跟你们一开始哈，这个新的名词又踏实外交了，好，好，那我想踏实外交跟务实外交，跟我们的这个活路外交当然不一样哈。那你在踏实外交里面，就是方向，你们讲的第一个就是说正确的方向向前迈进，哈，是不是已经蕴含，就是过去这个烽火，或是去搅，或是推我们的航商去那边去bait这个机会，好，这个不是我们未来外交会去做的事，好，两岸很清楚的竞争甚至冲突，这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我想基本上当然是我们希望能够凸显台湾的能见度，是不是？嗯，这个总统在已经够了，有些事情也不是只有政府，单方面能够做的，也需要民间也要有这个兴趣。那当然，其实前面罗委员也质询了，我们的长荣的这个负责人，好像中间就请假没有来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部长很多事情其实不是我们能掌握哈。对，就算在我们友邦里面。第二个，其实你这边谈到哈，就说在第一页你这边谈，应摆脱过去单向援助的思维，改以互惠互利哈。因为你讲了一些项目，其实我比较关心哈，从立法院角度我们比较关心那。这些互惠互利还是有成本在那里。对，我们约略算了一下，巴拿马3000盒客流感，哈，听起来数目不大，好，可是算起来也要几百万台币了。对了，好，巴拉圭我们5年造镇计划，4500户，约这媒体上讲约24亿台币。好，巴拉圭各项国科会计划虽然不算在教育部，不算在外交部，哈，算在国科会或是、那个、国合会，国合会，哈，啊，这个弄错了，哈。国合会计划，哈，好，约略也要2亿6000万，哈，好，奖学金名额由14位增到28位，哈，约略算一下也要2000多万，哈，好，部长，这个其实在你的报告里面，这个成本，哈，其实并没有完全呈现，哈，好，当然我们想要避免金钱外交，哈，让他会觉得是凯子，哈，可是部长还是我们讲的一些东西还是有成本在那里，当然。那这些东西也有效益啊！啊，我知道，我知道也有效益哈，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接着问哦，互惠互利这一块哈。嗯，那刚才你讲说总统并没有承诺哈，这个牛肉开放，可是媒体上面讲得很清楚哈，这是《自由时报》国会演说，小英说逐步开放巴拉圭牛肉输台配额。好，对，好，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巴拉圭，我国自巴拉圭进口前5大农产品，除了黄豆这个油料。另外一个比较重要就是牛肉了，对，3500吨目前。好，对，我就说这个在未来会怎样发展？应该会到7000吨，好，会 double。好，啊，这个对巴拉圭当然是帮助蛮大的。还好，因为我们大概是在它的牛肉出口0.1%啊，0.2%啊，0.6%，好，0.6%，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部长。报告里面哈，其实我们也承诺蛮多事情的，好，对，有很多成本哈，还是要把它呈现出来，对，好，就是说我相信这次是蛮成功的，是的，好，可是除了这个风光的这个表面之外，哈，我们其实还是必须做一些事了，对，好，我想这些东西还是尽量把它呈现。对了，这个我想国际合作是一个这个对于已开发国家中间的一个责任了、当然我们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我们当然也愿意。OK， 部长，最后一个问题哈，因为之前有讲你那时候来立法院第一次备询，就是说元首外交会是一个未来推展的方向。那我想请问，未来一年内，今年内，我们还有元首外交的计划吗？没有，没有，没钱了。哦，那当然我就要问，那钱被谁花掉了呢？好，被前总统花掉了吗？好，这个我们只配到1亿2500万。
那我们还要从别的这个国际交流活动经费大概挪4000万 ，OK， 才补这一次。OK， 我觉得元首外交是很重要，而且这是蛮成功的哈。是，我相信立法院也愿意支持。所以部长，如果未来有计划，不要说一年以后了，如果今年内还是有机会的话，好，我想把这个需求提出来，我相信立法院会支持你的。对，但是行政院要有。要钱就对了，要牛肉就对了。对啊，好，谢谢。好，谢谢徐委。谢谢。下一位，我们请黄伟哲委员咨询。黄伟哲委员不在，请吕孙林委员咨询。主席有请部长。请李部长。李委员早。部长早。部长首先要先跟你说你辛苦了。不敢，这我们同仁更辛苦。对，同仁也很辛苦，所以大家都辛苦了。那我想这次的出访呢，不管是和友邦的交流也好，跟侨胞的慰问也好，我们过境美国呢，都受到一个高规格的待遇。那我想这一次的出访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访问。那我想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部长的，就是说，总统呢在巴拉圭和卡提斯总统呢，他的互动是非常的良好。那不仅我们总统在巴拉圭国会呢发表了演说和接受了一个政勋，那也和巴拉圭有许多经贸合作上面有很大的进展。对，那这次呢，我们国家也和巴拉圭签署了中华民国政府与巴拉圭共和国政府间航空运输协定。那我想请问一下部长，就是说这样子的协定对于我们台湾有什么样子的好处，可不可以请部长说明一下？因为巴方一直希望将来这个我们的航空公司能够拓展到南美洲来，那也希望因为经由这样的航线的拓展呢，对此的八国跟这个亚洲的交流可以更密切，是，更加的密切，对，好。那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说，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协定，让我们和其他国家可以更加的密切嘛。对。那所以，总统呢，他其实也谈到说，我们跟巴拉圭的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互助互惠的一个合作关系。那所以，我们国家除了提供奖学金，还有增加巴拉圭牛肉进口到台湾的配额以外呢，其实没有像以前所谓的一个金钱外交，所以这是不是就可以代表说，未来呢，我们跟其他的国家，就是其他友邦的合作关系，也会从单纯的援助给予转到一个互惠深化的合作？不是每一个，不是每一个，因为每一个这个国家的状况不同。那这次的双巴是可以在这种互助互惠的状况，有一些国家可能它规模非常的小，它地理位置非常的偏远，恐怕也不大容易做到。所以，如果像这样子没有办法做到的国家，我们外交部还有其他的部会有什么样子的方法可以做一个改善呢？我想每一个案例个案呢也都不一样。那还好，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负责的同仁呢也都相当专业，他们总是会运用他们的这个想象力啊，应用他们的这个 creativity 啊，能够发展出一些新的模式。新的模式，那我想请部长这边可不可以做一个书面资料提供给我，好，做个参考。好。再来呢，就是说我想跟部长还有我们委员长讨论一下有关于非洲外交还有经贸上面的问题。好，那因为我们部长，我们其实台湾目前在非洲地区只有三个友邦国家。对，那第一个就是史瓦济兰，第二个就是布吉纳法索，还有第三个就是圣多美普林西比。那在三月的时候呢，其实亚非斯司长陈俊贤司长呢，他有提到说，我们国家和圣多美普林西比的邦交的关系之间，可能要再稍微注意一下。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部长说，我们现在和圣多美普林西比的状况，邦交的状况是怎么样子呢？因为这个圣国呢是7月17号有选举。7月17号选举，所以等到选举以后呢，我想应该会比较更明朗，就是我们大家双边合作的一个方向。
那部长可不可以说明一下我们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子呢？因为七月十七号以前，我相信之后一定会有很大的变化嘛。不是很大的变化，就是说可能还是要再做一个观察。对。那你目前可不可以就是稍微说明一下我们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我想请这个陈市长来说明一下，好吧？谢谢。圣多美普林西比的情况到现在也还是跟我上次在贵院报告的时候没有变化，但是在选举总统以后呢，那我们会有一个高阶的政府的代表团，高阶政府代表团，对对对，马上会到圣多美来，就双方的未来的这些合作的计划各方面来做一个面对面的讨论。嗯，我在想呢，现在虽然是还在注意的情况当中，但是并没有恶化的情况，谢谢。好，那我希望部长这个部分还要再密切的注意一下。当然一定。好，因为我们台湾呢，目前在非洲邦交国虽然是非常的少，但是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台商在非洲做一个打拼。那从早期我们台湾有派出农耕队开始呢，其实我们对于非洲地区的一个国际援助有非常长的一个历史，那其实也做出了非常好的成绩。那虽然说外交处境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让我们国家跟非洲之间的一个邦交关系越来越少。那我想新政府上台之后呢，不管是新南向政策也好，还是这次的访问中南美也好，都是希望能够让台湾的经济能够更多元，然后更有更多的方向去发展。所以我认为说非洲这个部分呢，未来也是应该是我们外交经贸一个重点之一。那根据2014年的一个华侨经济年鉴，非洲近几年的经济成长率5.3%，那相较于其他世界地区的一个平均水准的3.1%，明显的比较强劲。那因为非洲它的资源也非常的丰富，那待开发的市场其实也非常的大，那对于基础建设的需求其实也非常大，所以很多越来越多的一个台商呢，他会很多的侨台商其实都会转到去非洲去做一个发展投资。那所以我想请教部长和委员长的部分，就是说，就我国发展对于非洲经贸，目前我们外交部和侨委会有什么样的具体措施，可以帮助我们在非洲的当地的一个台侨商的一个协助呢？要不要委员长先答？刘委员好，这跟委员报告哈，就是说这一个非洲台商总会哈，他们在7月下旬哈。会开他们的年会，那我会亲自前往参加。那我想委员所关切的也是我们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去到那边开年会的时候，大家会跟他们所有的台商会跟他们来交换一下意见，听听看我们的台商朋友对于整个未来非洲的经济的发展，对他们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方向，那需要政府怎么配合的，我想我们会跟他们深入的交换意见。好，好吧。这个部分我希望说委员长您到非洲去做一个让交流意见回来之后，要向我们委员这边做一个说明和报告，可以吗？好，没问题。好，谢谢委员长。那部长你有没有要其他要说明的部分呢？好，我想我目前在国内有两样组织，一个叫非洲经贸联谊会，另外一个叫做非洲工业联谊会。那这两个联谊会呢也都有负责人，那我们这个亚非斯呢也跟他们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总是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台商在那边能够赚到钱嘛，对吧？嗯，好，所以我希望说部长和委员长在这个部分能够多加的努力，好，因为在新的政策方向之下呢，我们都希望可以让台湾的外交还有经贸上面可以有更多的发展和拓展。我在这边呢，要建议呢，这个我们立法院各地都有国会议员联谊会呢，对。那非洲现在还没有，欢迎贵院的委员呢成立台非国会议员友好联谊会，然后把一些经贸台商纳进来，谢谢。好，这部分我会再和其他的委员做努力。那其他的部分要请我们外交部还有侨委会一起来努力。是，好，谢谢刘委员，谢谢，谢谢。好，谢谢。下一位请卢秀燕委员。卢秀燕不在，请马文君委员咨询。马委员咨询完毕，我们处理临时提案。谢谢主席，麻烦请部长。请李部长。
马委员早。部长早。我想在这里请教部长哈，过去因为今天大家可能在整体我们这一次外交出访上面都是有不错的评价。我们当然，如果说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跟我们的邦交国有更多充分的互动，当然是更好。不过我在这里也要请教一下部长，过去在历任的元首出访的时候，殷宗文、丁余洲、蔡朝明、邱毅人，他们有没有跟着出访？他们秘书长，应该很多是有的，我的印象是很多是有，啊、应该是没有。有。秘书哪一次？跟哪一个元首？像我跟元首出访的时候，元首出访，像有有我记得丁余洲做秘书长的时候，他有出去过。他是跟元首一起出去吗？在元首出访的时候，我现在请教的是元首出访的时候，因为国安局长，我记得像马政府的时候是也国安会秘书长也都有出访，国安会秘书长都有出访，什么时候？你说哪一次？像袁建生，都去过的，对不对？高华柱也去过，对不对？担任秘书长的时候都有，对对，都去过。因为这一次我们看到，胡维珍也去过，我记得。这一次我们看到的哈，就是说在这一次在总统出访期间，国内发生这么大的一个国安的疑虑跟事情，可是国安会秘书长，因为他是算是比较高的层级，而且是幕僚长。今天如果他可以坐镇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其实在过去，几乎都不会有时候其实是不会随行啊，尤其是我们的邦交国部长其实就是最大的人，外长如果随行应该就可以充分的做一些沟通，还有很多事务的处理。因为我们特别提到的是这一次，因为在整个飞弹事件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在第一时间看到国安单位国安会，其实他们可以有更大的一个权责，包括对于国防部的一些怎么样的指挥等等，其实怎么样去做可能询问或者获得更准确的讯息，这个都可能发生在还好这一次没有发生更大的危机。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国安会的秘书长其实幕僚长如果在国安局长在出访前都已经是先遣部队，都已经亲自跑一趟全部的行程，照理说我们还是希望未来有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秘书长应该是留在国内比较好。那另外这一次在飞弹从左营军港发射，然后朝着海峡中线向西飞行，那这个地点跟方向还有都是十分的敏感，虽然飞弹没有越过海峡中线，当然这个在事前可能也都没有做过一些公告，因为是演习嘛，只是我们的假讯，所以可能很多公告都没有做到。可是像这样的危机处理，虽然在两岸的关系这一次可能牵动比较敏感的是中国大陆方向，可是在外交的高度，我们希望未来如果像这一类的事情怎么样阻止它的发生，外交部在这个事件上面有什么样的看法吗？或什么样未来应该有一些因应的防范的做法？我想下午冯部长呢也会到大院来报告，因为他是针对国防部的。我现在要知道的是在因为今天不只是跟中共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争端，另外其他周边的国家如果我们有一些在军事上面的闪失，可能有一些作为引起不必要的纷争的时候，外交部也应该会有一些防范的措施跟做法，因为这一次也是一个教训。那外交部针对这一次的事件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跟看法？我想部里在第一时间的跟主要的国家包括美国啊、日本啊，还有相关的这个船员的国家，菲律宾、越南啊，
还有新加坡这些国家也都有直接的联系。什么时候联系的？当天就联系了。当天的什么时候？因为当天其实发生的时候，当天的我的了解是，包括我们开记者会的时候，其实外交部都还没有充分掌握所有的讯息。所以其实在没有掌握讯息之前，你们没有主动掌握讯息，当然就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国家做充分的一些告知或者充分的沟通，这是很大的问题。现在我们希望反推回来，未来其实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一个更妥适的一个规划，或者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机制。我简单来说好了，其实像现在两岸的互动已经达到冰点，其实像两会其实完全没有办法沟通，过去建立的一些机制，建立的一些沟通管道已经完全断线。可是目前我们台湾海峡无论在军事活动跟军事设施的密度都非常高，虽然不是由外交部直接联系，可是是不是在后续国防部可能还要安排总统亲临的年度实弹射击的演练，我们是不是要实际的去思考两岸应该建立军事互信机制，或者意外情形的通报机制，以免误判跟误会。除了跟两岸以外，其实跟其他周边的国家也一样啊。这一点外交部的看法是怎么样？我想马委员的指教非常有道理了。我想我们也会把这次的经验呢，这个来检讨一下，看以后类似的状况，也当然不希望有类似的状况发生的，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因应，很快速的因应。因为包括军事互信机制啊，因为我们过去可能完全都没有，那这一次发生这样的事件，你跟其他包括像日本，其实在我们有很多，虽然外交部现在目前可能觉得跟日本的关系是还良好还稳定，可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民间的行为或者怎么样，都还有可能，还有跟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军事互信机制的建立，除了两岸以外，我们也希望说外交部也借这一次的检讨的机会，也可以把它提出来，怎么样去跟其他国家去取得这样的一个管道，在第一时间可能防止冲突的发生。另外接下来我还要请教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因为在台塑还没有在他的河南河进这个在 越南的河进钢厂还没有赔偿之前，其实我已经有提出质询。那时候因为还在考量应该怎么样作为嘛，可是我们比较觉得遗憾的是，外交部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都没有任何的声音，一直到。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做法吗？我们做了很多事啊。什么样的事？那个王总裁跟我联络好几次，王副总裁到办公室来看过我，我也跟这个石大使通了好几次电话。那时候石大使也有电报回来。那时候政府做了什么？政府做了很多事啊，我想你问王总裁、王副总裁，他们都会同意。部长，我现在是在国会问部长，你叫我问王总裁、王副总裁，我现在要知道的是说，针对大家的南向政策，尤其是这么高额的投资，可是我只听到部长您的回答是说你做了很多，我们没有听到具体你到底做了什么。今天企业如果做错事，他应该要自己去承担其他的后果。我们有跟这个越南政府，可是他越南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我们都有沟通。那沟通的结果怎么样？沟通结果就是大家在现在看到的结果啊。这个事情至少就是所以其实有没有政府介入，其实对这个结果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四月份当然不会没有帮助。最让大家担心跟质疑的是，因为四月份包括越南政府的初步的判定，他都认为不是台塑引起的，不是这个钢厂引起的。可是在后面急转直下，我们外交部一直到大家承认赔偿以后，其实才发了一个新闻稿，就是说企业应该善尽企业的责任。其实我们更希望呼吁政府应该善尽政府的责任，因为我们听到这一次的事件，很多的台商、很多的企业其实是觉得非常质疑、担忧跟不满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希望外交部可以做得更多。我们做了很多了，还会继续做。部长，如果这样，我觉得你是非常不负责任。你从头到现在，你一直用微笑的态度。今天用了5亿去赔偿，今天如果他是忍辱赔偿，今天真的是我们台湾的悲哀啊！
你还说做了很多，你到现在没有说具体说你做了什么啊？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徐，哎，对，我们先处理临时提案哈。那个，请宣读这个今天有一个临时提案哈，请议事人宣读。临时提案。有鉴于台美关系为我国重要外交关系，蔡英文总统上任后，亦于出访友邦巴拿马巴拉圭鹰翔专案行程中，过境美国迈阿密、洛杉矶两大城市，并与多位美方联邦参众议员等美方政要互动良好。本次总统出访有赖于外交部、国安局、经济部、侨务委员会等有关部门，循踏实外交原则，以双方互信互动建立坚实基础，努力推动台美关系正面积极之发展，乃得以顺利达成重要之外交目标，并获得各界之肯定。原此，建请外交部以本次总统出访成果为基础，持续努力推动台美关系之稳固及发展，以其创造机会，促成安排我国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及国防部长等重要政府部门首长，未来得进一步出访美国首府华盛顿特区。除提升台湾国际地位外，亦可为国人参与国际民主政治奠定坚实基础。提案人：刘世芳、王定宇、吕孙玲、蔡世应、陈莹、邱意莹、蔡意瑜。以上宣读。好，各位委员还有外交部有没有意见？都没有啊，都没有要补充的。好，那我们就临时提案就照案通过啊。好，下一位我们请徐祯蔚委员。徐祯蔚不在。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不在。曾明忠委员，曾明忠不在。张宏禄委员，张宏禄不在。蒋乃馨委员，蒋乃馨不在。陈一鸣委员，陈一鸣不在。陈一杰不在。赖世宝不在。李彦秀不在。我们请蔡依宇委员咨询。请部长。李部长，请备询。蔡委员早。部长早哈。部长，那我们针对这一次鹰翔专案，那蔡总统已经返回我们国门哈，那所以应该要针对这一次的外交的这个出访，那部长对这一次的出访是怎样的一个评价？可不可以给自己说，自己说明一下？我想这次出访呢，可以说是达到了这个，总统在出访之前的一个承诺。从外交部的同仁来讲呢，我们也都努力，务必使这次鹰翔专案的能够有一个丰硕的成果给国人看。基本上因为在昨天我们看到有一份民调。那有高达72%的人认为说，蔡总统这次的出访是非常的成功，而且也把台湾哈这样一个名称在国际上有一个宣传。所以基本上以我本席的一个立场，对外交部这一次鹰翔专案，我是给予非常高度的肯定。谢谢蔡委员。所以在这里也是给我们外交部的同仁哈，那也是给大家就是贺掌。好，谢谢。那接下来我想要问部长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说台湾接下来要面对的状况，就是现在我们新政府说的新南向政策，那在总统府有设了这个南向的一个办公室，但是呢，我们看到说我们对于这些新南向政策，对于所谓我们的东南亚这些国家，我们现在是寄予厚望。但是这些国家似乎对我们却没有那么的友善，尤其在柬埔寨中，我们看到说他把我们的一个国人犯罪，结果竟然送到中国去，没有把他遣送回来。那在越南的一个状况，当然说台塑企业在越南的一个投资，那是不是有确实违反了相关的一个法令？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处罚$5亿。5亿美金哈，这个也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那所以我认为说，
如果我们新南向政策未来要互动的一个对象，就是这几个国家。那以我们现在的能量，我们在于东南亚中目前是有几个办事处，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这个亚太司？报告委员，我们在东南亚十个国家有八个国家设立代表处，另外有几个国家设代表处？八个国家，另外在印尼还有一个办事处，在 胡志明市在是在越南，所以八个代表处，两个办事处。八个代表处，两个办事处。是。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办事处如果现在胡志明市设立，但是如果在我们新南向政策的话，会不会这个办事处太少，使得说我们在包括在寮国，包括在缅甸，包括柬埔寨，他们要去做签证的都必须要到胡志明市，这样的话我觉得能量是不足的。缅甸已经设了一个代表处，所以缅甸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那现在就是在柬埔寨跟高棉这个地方，我们会设法想办法把它解决掉。对，所以我希望这部分要加快，因为我现在听到太多的声音，大家对于新南向政策有期待，但是如果这个政策的本质却没有办法解决最根本的签证的一个问题，那我想一切都是假的。好，另外我们也会简化这些国家的持照的人呢到台湾来这个签证的便利，我们也会简化。如何简化？我们这部分这个会在一段时间之内会对外公布，就是现有的政策我们会稍微开放一点。对，我希望这个要加快哈。对，这个南向政策一定是未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重点。好，那接下来我要再继续的去问，这一次越南哈，这个台塑企业哈在越南这个越钢的一个状况哈，那请教部长，请教部长，如果从这个状况中看得出，依部长现在判断，我们跟越南现在两国的关系是怎样？是紧张的，还是？我们现在越南是一个大的一个投资国，我们很多的台商在那里，没错，而且我们现在也有越南的很多的这个跟台湾的也有联姻的关系。那越南的劳工在台湾也有很绵密的一个组织，所以两国关系呢是相当的密切。对，我们关系是密切，对，但是从过去越南排华事件中，他们排华连带连台湾人也是一并帮我们排挤，所以这个在两年前已经有发生这样的状况。那这样他们的对排华这样的一个心态，这两年有改变吗？报告委员，基本上应该就我们的接触，应该是没有那两个那个武夷山的事情，那应该是一个单一案件。单一案件是，那我要问的是说，这个排华的状况到底现在越南这个他们这个状况有改善吗？当然有改善，因为目前我们国人包括台商在内去越南投资的还在陆续增加当中。那我们台湾是去越南投资是增加，这个大家知道，因为越南是一个现在它的土地便宜，它的工资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外交部应该要去帮忙这些台商啊，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他们在于说哦，他们可能因为某些状况造成所谓越南基层对于我们华人也好还是台湾人也好，他们没有办法那么友善，我觉得这个问题点要去把它找出来。这一部分我们事实上驻外单位也有跟他们的地方政府还有他们的公安单位一直保持联系，比如说我们胡志明市的处长常常去他们南部的几个省啊做定期的辖访，我们的代表处的同仁也常常到附周遭的辖访，这方面的沟通都是在进行当中，但是你很难保证说会有少数的人啊会有一些比较狭隘的心态去做一些非法的行为。当然司长，那你判断他们这个不拍谁得几分金额，司长你判断他们现在排华到底是针对中国还是针对台湾？这一部分我不去做揣测，但是基本上我们会注意。那未来你们努力的方向，如果以我判断，针对中国的比率比较大一点。就我们驻外单位的立场，我们是保障我们台商的安全，这是第一要务。对，所以我们希望好好的去宣传。假如中国在越南的投资有怎样的素行不良的话，必须要去说这跟我们台商是无关的。是，那也是要求我们台商说，不要跟中国人同流合污了。
哦，这部分也是很重要，好不好？哦，好，那司长，好、哦，部长，好、哦，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接下来请管碧林委员，管碧林，管碧林不在，钟嘉宾委员，钟嘉宾，钟嘉宾不在，陈明文委员，陈明文，陈明文不在，郑玉鹏委员，郑玉鹏，郑玉鹏不在，钟孔绍委员，钟孔绍，钟孔绍不在，王惠美委员，王惠美，王惠美不在。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孔文吉不在。姚文智委员，姚文智，姚文智不在。周成秀霞委员，周成委员，周成委员不在。林立禅委员，林立禅，林立禅不在。张立善，张立善委员不在。何新纯委员，何新纯，何新纯不在。林俊宪委员，林俊宪，林俊宪不在。庄瑞雄委员，庄瑞雄，庄瑞雄不在。陈赖素梅委员，陈赖委员，陈赖委员不在。邱志伟委员，邱志伟，邱志伟不在。徐益仁委员，徐益仁，徐益仁不在。邱义颖委员，邱义颖，邱义颖不在。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吴志扬不在。好，我们今天上午的议程啊，已经登记质询的委员，除了不在场者以外，都已经发言完毕，报告跟询答结束。那我们委员有口头质询没有来得及答复，或者有要求补充资料者，都请相关单位以书面在两周内提供。我们下午2:30继续开会，谢谢。